嗨嗨，大家晚安，晚安安，大家晚安。今天换位置了，因为今天这样有桌子，我比较好讲话。志伟，谢谢志伟的暴击玫瑰，大家晚安。晚安晚安，雪莉妹，嘿嘿。栗子姐姐吃晚餐了吗？吃了哦，谢谢九蛋的阳光，吃晚餐了。今天吃那个寿司，我今天要冷静一点，不能那个，不能再像上一次破音了。谢谢老沙的阳光，谢谢小爱的阳光。今天小迪说你的腿好看，今天没有小帮手，小帮手在做他的笔测。谢谢塔瓦哥的枫叶，谢谢。手上的熊有名字吗？手上的熊有啊，那个雪莉梅啊。你是说我自己帮他取的吗？没有欸，你们要帮他取名字吗？老样子送给涵涵的，哄哟，送我也可以啊。谢谢志伟的阳光。不是王子是白马，谢谢不是王子是白马的塔瓦哥。你们觉得今天那个白雪公主拍的如何？枫叶哦，是枫叶、啊、我刚刚讲什么？谢谢李梦的枫叶，谢谢林果的 kiss 啾啾，谢谢狗狗送的暴击玫瑰。主播有什么好吃的零食推荐吗？嗯，我喜欢吃巧克力，所以只要是巧克力我都很爱。然后如果是饼干类的话，应该是那个吧，卡迪娜的那个德州薯条，就是茄子口味的那个。谢谢志伟的蓝色应援棒，嗨嗨 ice， 嗨嗨伟哲晚安哦。啊，我不是力神啦，我今天是。嗯，我也要跟雅思一样有两个状态。谢谢志伟的麦克风，谢谢 Limmy 的荧光棒，谢谢卡丘的玫瑰，银财神加力，什么银财神加力？为什么跟我一样好像就说嘻嘻唔汤哦？力神力仪力神没有啦，谢谢斐的初心者徽章，脸好亮。对啊，那个光打太亮了吗？因为之前有人说太暗了，所以我这一次把它弄在就是手机的后面，这样看起来比较亮一点。谢谢林玉峰的带我去旅行。所以你跟潘怡决斗了吗？没有欸，可是那个依照那个就是怡跟神的话，我是不是比较大一点？谢谢涵涵的背景音呢，涵涵在做毕测，就是他是那个，因为他的美工很好嘛，所以他是学校那个他们班毕测的编辑委员啊，他今天跟同学约来家里，在外面客厅做那个毕测。小心不要破音了，我一定要跟你们说，我前两天拿下播，我一直咳，一直咳，一直咳，咳到我睡前都还在咳，然后咳到睡不着，因为我那天太激动，然后一直破音，一直破音，一直破音，然后结果就昨天那天晚上超难睡。嗨嗨。关注忘我，诶，是什么？专注忘我，嗨嗨。请问是财神力吗？为什么是财神力？谢谢日本玩送的 love you， 谢谢，我也 love you 哦。主播有没有固定的开直播时间？现在都是七点，然后礼拜几不太一定，可是如果可以的话，以后希望是二跟四吧，如果就是没有意外的话。谢谢 Rookie 的那个枫叶，然后谢谢 Yoshi 的枫叶，谢谢
等一下，我看不到。等一下。哎呦，跳掉了。等一下哦，等我一下，我要念一下那个。初五迎财神哦，立神今年麻将打得如何？那个立神不会打麻将，可是立神会玩牌七。对啊，我不会打麻将，立神眼睛不好。对啊，那个不是，是直播跳的还蛮快的。立神收敛一下音量。谢谢日本玩的玫瑰。涵涵来了，嗨嗨旅馆。什么立神，等一下我要准备水啊，在这里。柯南跟那一天一样，柯南的杯子。谢谢刺猬的枫叶。立神快叫涵涵围炉，涵涵在做那个啦，涵涵在做学校的事情。涵涵不在旁边，本来要包未来的小椅子。嗨嗨张真家你好，要多喝温水，好收到。嗨嗨熊妹，柯南最喜欢哪一个剧情？什么剧情？你是哦，我最喜欢那个啊，新一跟小兰那个，就是他们每次就是在那边，就是暗喻说他们两个很喜欢。现在柯南最新的进度是，那个新一已经跟那个小兰告白啦，就是那个红色休业旅行哦，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那一个。可是我还没看啦，最近有一点小忙，有一点小忙，所以我还没看。可是之后会找时间去补一下那个柯南。最喜欢柯南跟基德，我最喜欢柯南。你们最喜欢柯南里面哪一对 CP？ 我很喜欢那个佐藤跟高木哦，每次看他们两个就觉得哦，好甜蜜。谢谢塔瓦哥的选秀免费选票，选秀会免费选票，那是什么啊？寒假作业做完了没呀？还没，还没做完。安室透，安室跟日本吗？安室跟日本是一对的。新一在伦敦就跟小兰告白，那个小兰好像没有发现吧？记得跟柯南 CP， 栗子什么时候开学？大家的开学时间都一样吧。高中的开学时间是下礼拜一，然后我只剩下明天一天，然后我的作业还没写完，我完蛋了。我每部电影，对啊，我也每部都看欸。然后因为我们家有 MOD 啊，有买那个什么电影1999，然后我们家的电视啊，无时无刻都在放着柯南的剧场版。然后李彩杰每次都说，我拜托你不要再看柯南好不好，我看到我都会知道下一句的台词是什么了。我还蛮喜欢看新一差点暴露的剧情，你说那个很紧张的时候，小兰差点发现他的时候吗？写作业直播不行，我要认真跟你们聊天。我的作业还没写，然后我完蛋了。对啊，我完蛋了，大家可以教我，可是我要写作文呢，然后要看那个英文杂志。这跟我们知道周星驰电影的台词是一样的。我爸也是那个电影可以看好多遍，像那个铁达尼号啊还是什么，就是经典的那些哦，我们都跟他一起看好多遍了。你开直播什么什么什么，跳太快了。谢谢志伟的番茄。动画版398到400最接近附录。对啊，那还有好几次都差一点，像剧那个就是剧场版有一集也是他差一点附录，然后是那个基德帮助他就是假扮成新一，然后就是帮柯南平安度过。直播写作业笑笑，你要今天熬夜写还是明天熬夜写？应该是今天下播完赶快恶补一下吧。立神举的例子都很不一样，我们举周星驰，立神举铁达尼。其实我好像没有看过周星驰的电影耶，说实在。立神好，晚上好。立神晚上好，假爸喂，假爸。
直播写可以救你数学。艾斯，你怎么知道我数学最不好嘞？不要写好了，看老师怎么反应。那个，我想我们班应该很多人都会做，就是啊，想说啊，算了，就 let it go。我可以帮婶婶你的国文。栗子不看国片，栗子看啊，可是，其实我没有很喜欢看电影，因为我坐不住，我会就是比如说看一下下，我就想要去滑手机，然后吃东西，一些有的没有的。我唯一有办法耐得住性子看完的只有柯南。第三部剧场版《世纪末魔术师》那部，栗子姐好霸气。草莓讲晚安安，其实老师也很懒得检查，真的，每次都那个出了一堆作业，然后我真的觉得会不会有一些老师根本没有把那个作业看完，然后就只是叫我们就是寒假不要荒废课业，殊不知大家都没有很想写。谢谢伟哲的玫瑰，难得有成员可以聊柯南的，只能加推。我一定要跟你们说，我之前第一次直播的时候，在甄选时期第一个平台直播的时候，我介绍了半个小时，然后我就掉粉了。对，没错，因为我就在介绍柯南的周边，跟我真的很喜欢柯南，然后结果就有人说直播讲半个小时的柯南好无聊，然后可是我超开心，就是我一边介绍，然后我一边很嗨，立神可爱。其实老师是粉丝，结果你听到听你说他坏话，哦哟，那个国文要写作文，然后英文要看英文杂志，真的不行。就是怎么样，我坐不住，我没有办法，就是一直坐着看书，我会觉得很无聊。和我介绍，我动画只看柯南，我也只看柯南。作业太多真的不好。对呀、啊，寒假就是要玩嘛，出那么多作业真的很烫。谢谢草莓奖的玫瑰。栗子英文可以吗？栗子只有地科好。我地科学习成绩87分呢、欸，我真的很想把那个成绩拿去补一下数学的成绩，这样我就不会被当了。谢谢草莓奖的玫瑰，可以看柯南，无法看英文杂志。对，嗨，硕熙，国文不好吗？国文还好，就是普普，不会被当，然后大概对就不会被当，然后可是也不会太差的那种。我自己也还没写，李彩杰还没写作业。对啊，谢谢。塔瓦哥的玫瑰花，耶嘿，嗨，陈博弈，晚上好哦。其实老师开学都忙炸了，根本不会那么快看暑假作业。对对对对，所以有一些老师就人很好，然后就说好啦，我让你们一个礼拜过后再交，然后就是还有一个礼拜可以写。可是我不知道这次老师会不，就是老师会不会说晚一个礼拜交。我已经打算那个，就是如果老师说你今天怎么没交，我说没有，我忘记带了，我明天一定会带，然后回家赶快恶补。好了，我没有这样说，不要跟我的老师说。谢谢硕熙的为你守候。我不知道有没有进过你的直播间，没关系，没有进来过的话可以追踪一下我，然后这个是我的 IG， 等一下 ，CHIA， 等一下太亮了 ，CHIALI， 然后 AKB48 Team TP， 这样可以去追踪我的 IG。那我要把栗子奖跟本丸奖拿出来了吗？有没有出代笔服务？我想帮韩写寒假作业，有没有人要帮我代笔写作文？谢谢汉汉的玫瑰，谢谢汉汉的贵族玫瑰，谢谢嗨嗨樱头喵，韩韩作业我帮你，那佳丽嘞，佳丽嘞，谢谢汉汉的玫瑰，你要先开表单呢，
我作文不错什么？啊！可我不想帮你，拜托嘛。那个作文老师发了六个题目，然后叫我们挑两个写。作文我一篇可以花20分钟写完，好厉害哦！我都在想，我最就是有一个小时内一定写得完一篇啦。可是我还有两篇。哈哈，我免费帮他。哎，为什么？谢谢樱桃喵的阳光。嗨嗨，北原神推 Google 表单开起来，帮我写作文吗？有限字数吗？好像有诶，好像是500还是多少以上吧。嗨嗨，一只喵安安安。哦，我知道哦，我知道小易，嘿嘿，什么例子就自己写，为什么不公平？哈哈 ，Google 表单丢给我，我晚上熬夜丢给你。嘿，怎么这样嘞？你讲作文要提明天小老师就有。我写寒假作业有拍照的，我直接写家里没相机。家里没相机啊？老师没有说你那个就是可以用手机拍。嗨嗨，北原神推，谢谢哦哦。等一下、哦，卡米是吗？我们念着爱的抱抱，向粉丝征稿，还不会有超网路的问题。代写可以拿纸笔吗？我现在签给你，这样子。测试什么？手滑哥测试什么？嗨嗨，小海狸，老师又不会检查。谢谢黄阿格爷追踪我，谢谢志伟的 kiss 啾啾，谢谢日本玩的星星许愿瓶。对啊，你说一下你的作文标题，我丢给你。怎么办？我不知道我把它那个塞去哪里，等一下我找找看，我应该要把它留着。King 嗨嗨 Kinoko， 手机又故障了，嗨嗨 Blue， 等一下我找找看哦，在哪里？我是不是应该要自己写啊？到时候老师说那个，嗨嗨小树，连作文标题都找不到。有啦，我放在某一个资料夹里面。等一下，我找找看。因为我最近学校的资料夹都是放站位表。等一下，好像有点太亮了。等一下，我先弄一下那个纸，我把它弄。就是不要这么亮一点。以前涵涵有做，就是那个可以这样子，这样子有没有好一点？这样还会太亮吗？直接把作业了，你是不是拿去包东西？对啊，没有，我拿去垫，没有，拿去垫便当，没有。谢谢玉峰的番茄，谢谢北原神推的枫叶。谢谢玉峰的小金球，拿去垫泡面，那是垫便当啦，哎，没有啦。直播间一聊聊一聊，大家就写完了。嗨嗨 ，Blue 晚安哦。谢谢北原神推的枫叶，嗨嗨塔瓦哥。还是你把作文题目拿去烧开水了？才烧吗？拿去包饭团。嗯。等一下，我找找看，我一定找得到在哪里，只是我不知道我把它放到哪里去。等一下，我把它放在那个啊，我把它放在资料夹里面，可是到底是哪一个资料夹嘞？太多个资料夹，我都不知道放在哪一个资料夹里面。谢谢小树的阳光，嗨嗨阿六，一直白到看不见。对啊，我正在努力的寻找那个涵涵以前做的那个可以套住不要太亮的。好了，我再自己做一个好了，不然它太亮都看不到我的脸了。我今天终于冷静一点了，不然那一天破音太惨。等一下，我找不到纸哎，等我一下哦，我赶快找两张纸，把它让它不要那么亮，把它套住。谢谢塔瓦哥的玫瑰。破音是定番，对啊，我都觉得那样很伤喉咙。可是
破音好像就是我的特色。谢谢玉峰跟塔瓦哥的玫瑰，谢谢。嗨嗨 ，AB Fly， 用透明的纸跟老师说作业没带回家，所以没有写。一直知道这个字怎么读吗？我不知道哎、欸，我不知道哎、欸。嗨嗨，北野准，趁现在告白，子萱我爱你，手滑哥你唔贪哦，唔贪哦，我看到了。谢谢日本丸跟志伟的暴击玫瑰，谢谢。哎、欸，你不是在忙？没有啊，我还是有看。谢谢 AB Fly 送的枫叶，谢谢日本丸的。哎、欸，应该刚应该是玫瑰吧？好，我赶快那个。我赶快把那个做好，等我一下哦，不然我的脸白到看不见。现在告白涵涵，我喜欢你，我看到了，我看到了。趁现在宣传，明天下午来北车写圣诞小卡，我也想写，我也想写，我也想写柚子卡的。哎、欸，那个之后那个涵涵的有没有？我也要写一张。你们到时候那个寄那个圣诞那个卡片来的时候啊，啊你们多留那个多留一张啊，我写一下给李彩杰的。大家都偷偷告白，我都看到了。谢谢手滑哥的暴击玫瑰。哎呦，粘到头发了，佳丽我爱你，谢。谢谢塔瓦哥，我也爱你哦，爱你。双手打字以示清白。我看到一排乌鸦飞过去，什么乌鸦飞过去？被抓到我们就死了，还给你写。嘿，哎、欸，这样是不是太暗了、啊？这样好像太暗了，对不对？还是一样亮。这样有好一点吗？好像还是太亮欸，怎么会这样？明人不做暗事，林姐我爱你。还好，没差，没差吗？很亮，还好，所以这样可以吗？我太近就很亮，那这样子，要这样子吗？因为之前大家都说不够亮了。对啊，怎么办？谢谢玉峰送我的带我去西班牙旅行，谢谢。谢谢塔瓦哥的枫叶，我是觉得没差，反正现在有点开滤镜的 feel。嗯，关灯会很暗吗？关灯应该会变很暗的，我看看看。对啊，关灯变字看不到。关灯这样还好吗？对啊，因为光在这边，所以这边那个就会看不到。关灯比较好吗？关灯还不错。枫叶是手滑哥。哦，谢谢手滑哥送的枫叶。对不起，我不小心弹。开灯比较好，关灯比较自然。对啊，因为那个灯就这样，然后一直攻击我的眼睛，粒子牌要像反光板，不然就是灯不要照脸。好。那我再打开一次试试看，谢谢谢，哦哟，好亮哦，好亮哦，谢谢，哎呦，谢谢小海狸送的枫叶，这样呢，这样，不行，还是太亮，覆盖，我刚刚已经就是加过那个了，就是我把它这样子，然后把它套上去，可是你们就说像那个滤镜的 feel 啊，变这样子。什么？看，照犯人的灯，不要照你的脸，笨死！粒子放闪，对啊，粒子变反光板，有滤镜感，对啊，我把它套上，我把那个台灯套上去之后会变这样，你们觉得这样有比较好吗？是不是不能靠太近啊？一张白。纸不够，你有试着多盖两张吗？好，我试试看多盖两张。哦，好亮哦！这样子嘞，再有没有好一点？谢谢手滑哥的小金球，这样好一点吗？两张纸，好多了，可以哦。好，那等我一下。哎呦，我把它粘上去，等我一下哦。
有韩韩会比较好一点。嘿、hey, ，怎么大家都这样呢？变伏地魔。嗨嗨，综合喵喵，自己亮到自己，对啊，自己亮到自己。谢谢手滑哥的新秀选票，等我一下、哦，把它粘上去。台灯要注意温度，对啊。还是我应该不要开呀、啊？我有去买一个那个直播灯了，只是还没来，只是还没来而已。就是因为过年前订的，然后他过年就不会送来。所以你们再等一下，好像二月十七会到吧，我不太确定，可是希望那些灯会比较自然一点。台灯是不能那个啊，只不能靠它太近。谢谢手滑哥的蓝色应援棒，直播灯，对啊，圆形的那种，就是看出去它会那个圆圆一颗的那种。好贵哦！你们猜猜看，那个直播灯多少钱？等我一下，我帮他粘一下。粘好白，500不止，那个灯不止，台灯不止，对，这样嘞，还是太亮，没办法。那个灯，就是原本他们推荐我要买一个比较大一点的灯，那个灯要3000块。可是后来我说，那没关系，不用好了。有没有那种小一点，就是够用就好？然后他才说好，有1100的。你知道这对还没领红包的小孩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1100，嗨嗨一针。谢谢桃华哥的贵族玫瑰，灯的方向转一下，我已经把它那个嘞，这样有没有好一点？可是我怕它底下烧掉，怎么办？还是我不要开灯啊？好贵，对啊，超贵的。谢谢桃华哥跟手滑哥的贵族玫瑰，你是立神，不是小孩了，不是，我还是高中生而已。这样有差吗？我怎么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差？哦，好了，有差。谢谢嘉阳的玫瑰，我跟你说，你爱死，为什么是盖在脸上？不要开灯吗？好很多，烧起来就事故了。婶婶出手就是大手笔，没有，但是，对啊，关起来是不是比较好啊？可是关起来这个就看不到嘞，不然我就要后退一点，这样吗？这样有没有好一点？谢谢塔瓦哥送我玫瑰，总是要盖在一个东西上吧？什么意思？谢谢塔瓦哥的玫瑰，谢谢嘉阳的玫瑰。嗨嗨 C K U N K 的100种念法，其实全部灯都关起来会最美哦。好哟，不行。谢谢于轩的分享。你台灯，啊？你台灯照板板啊？白纸盖在灯上太危险，只能盖在脸上。啊！可以戴在头上，哇，好烫哦！嗨嗨嗨！谢谢老沙分享直播间，谢谢孝贤分享直播间，嗨嗨李梦。对啊，我觉得还是不要把它这样好，它有点羞，那个台灯有点羞。现在打栗子都会连着大神，嘿、hey, ，为什么？等一下哦，我试试看。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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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黑子一盖变柯南的犯人，好亮，好亮，好亮，好。哎呦，这样还是太亮啊！我已经把它架高了，那再高一点嘞。哎哎，这样子有好一点吗？被闪到，要注意安全哦！小心变事故主播，你们千万不能截图这个画面哦，不然一定会很好笑，闪到自己第二次。谢谢 AB Fly 的分享，嗨嗨小蓝，那个太耀眼，嗨嗨吉林区，
点灯是为了让栗子煮熟吗？对，那个灯好热哦，被台灯闪，有回放可以看，不能不能，绝对不能截图哦。我知道你们都很善良，我会录回放的，嘻嘻，我知道你会把它放在现实动态，重播就可以截了，瞬间变好白。对，回放用录影的。好，那我坐后面一点。谢谢谢谢沈正宏，你想太多了。我要把栗子仁跟本丸仁拿来了。哎呀呀！哎呀呀！我还会弄成精选的，嘿，唔汤哦。还是，这样有没有好一点？嗨嗨，咕叽，嗨嗨，米酒。还是太亮欸，怎么办啊？到底要不要开咧？小道具好可爱，谢谢栗子，越来越像奶子。对啊，可是我的脸比较圆欸，我用手挡住，这样会不会好一点啊？可是这样就变得有阴影欸，可是放开又太亮，回来又没有我的脸，这个曝光有点惊悚。对啊，怎么办？嘿，我朋友都直接叫你大奈子。对啊，因为我比较高一点。对，谢谢金佑送的麦克风。如果真正的太烫太太照天花板，或者想边吃烧肉边看栗子直播，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人家也会想吃。还是我把它转这边。这样子，哎呦，等一下哦，等我一下哦，这样子，这样有没有好一点？有没有自然一点？还是太白？那我再转过去一点点嘞，这样子嘞，这样有没有好一点？嗨嗨，日本丸在台南吃牛肉汤看栗子直播，你们不能这样啦！虽然我已经吃了寿司了，可是这样我还是会肚子饿。谢谢小姑姑带着初心。徽章出现，好多了，涵涵帮你这个笨姐姐一下 QAQ， 有比较好，但是你一靠近就曝光，哈，那我到底要怎么办嘞？谢谢综合喵喵的玫瑰，靠近就吃火锅看栗子直播，嘿，大家你们不能跟我说你们在吃东西呀、啊，我在直播这样我也会很饿哎，谢谢龙龙的。谢谢秋萍的传奇小鸡，边打麻将边看栗子直播，那是我比较大声还是麻将比较大声？手滑哥神推，嗨嗨，郑叶兰，手滑哥神推，刚吃完火锅看栗子，哦，我昨天跟那个，还是太亮吧？这样不是更亮吗？你会亮到我欸，没有那个等下纸会烧起来，怎么办？你要怎么弄？哦，好亮哦，太亮了，这样对啊，这样子有亮一半，它应该要打光纸上啊。谢谢郑叶兰送的阳光，不行天啊，对，不行，怎么办呢？还是用这个白板当反光板，这样子的。这样边看栗什么，太亮了。边看栗子边看佳丽直播。涵涵出生了，对啊，涵涵在帮我弄灯的，可是还是太亮哎，怎么办？好亮。外接智商是波乐。嗨嗨，熊圈草上。从下面打，对啊，从下面打。你看，我还拿那个反光板来，可是好像没有什么用。主播的外界智商理财节已上线，什么啦？虽然他比较聪明，没有错。谢谢草莓奖的玫瑰。对、啊，还是太亮了，怎么办？可是这时候有不少表情包，这样会只亮一半呢、欸，怎么办？嗨嗨，阿爸。谢谢蜡笔小新追踪。
还是太亮啊。嗓音中听到韩寒的声音真疗愈。韩寒款外接智商可以哪里买？跟我买，跟我买。嗨嗨，日本玩，打光打印同发黑。嗨嗨，黑哥，谢谢黑哥的分享。对啊，我念阿爸，我没念。我念阿爸，我没有念阿，是大家看到会念什么掰吗？还是什么？我买一打，谢谢。谢谢。韩寒两个外接，两个韩寒外接之上，谢谢志伟的枫叶。韩寒变经纪人，对啊，怎么办？这样有好一点吗？大家觉得？韩寒打的光。嗨嗨，综合喵喵。嗨嗨韩。嗨嗨，九五熊 F， 韩寒可爱到我宕机了。哦，大部分会念别，我以为会念白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看到那个名字，我想到白。韩寒工具人上线，韩寒不是工具人。栗子今天铁刘海，因为我有那个喷一点点一点点胶，因为有鉴于上一次那个就是中分之后，我觉得不行，对，所以我就把它喷了一点点。嗨嗨，北原神推，我觉得都差不多。你说灯吗？还是什么？好，喝个水。我觉得你应该要把 IG 贴在脸上，不是头发上。嗨嗨，麻油的麻油饭，妹妹准备好哦，准备什么？红包。灯吗？红包。哦，红包。嗨，谢谢日本玩的玫瑰 ，BGM 好可爱。耶、yeah, ，我抢到了。抢到了，我也要。李彩杰，谢谢你帮助你的笨姐姐，我不是笨姐姐。妹妹在旁边，对啊，妹妹在旁边。谢谢 Lucky 的玫瑰，韩寒抢到红包，对啊，他很开心。谢谢信婷的枫叶，再来哦，再来哦，哎，韩寒再来哦。好好，来来来来来，来来。一靠近灯就没鼻子了，对呀、啊，可是不靠近灯我就看不到了、欸。我已经字体，我字体已经调特大了，怎么办？谢谢信婷的枫叶，谢谢孝贤的枫叶。我刚刚 不是笨是蠢，谁说我蠢？耶，我抢出来哟、哦！我保证会好好对待你。我抢到30浪花、哦。对。嗨嗨，多少柔情多少泪。嗨嗨，伊卡，爱死你回来了。谢谢日风红包吗？谢谢，今天没坐欧洲椅，什么欧洲椅？有啊，欧洲椅在这啊，这里，这里，只是我没有拍到全部而已。谢谢 Lucky 的蓝色应援棒，谢谢。阿 Kira 送的暴击玫瑰，谢谢信婷送的枫叶。从白雪公主变白脸公主，对啊。谢谢 Gucci 送我的枫叶，谢谢信婷送我的枫叶，谢谢高桥城送的玫瑰。容许我去看 Lika 吗？可以啊，等一下再回来找我。嘿嘿，谢谢 Kinoko 的枫叶。嗨嗨，林玉峰，我是送韩寒的，嘿、hey, ，谢谢。不行，是送佳丽的。嗨嗨，滴滴，白纸在灯上面隔一层纸看看，刚刚有隔一层了，可是怕修起来，所以就没有那个，就没有用。你给妹妹的红包不能省，那塔瓦哥我的嘞。你下那个下一次去别台位、嗯，可是我好像都有抢到红包哎、欸，谢谢老沙的应援棒。我要送礼物了。好，你送啊，我跟你说谢谢，谢谢，谢谢。哎呦，太快了！谢谢秋萍的 kiss 啾啾，我有没有念错啊？谢谢黑哥的枫叶，谢谢韩寒的玫瑰，谢谢本丸梅子。桃子吗？跳太快的什么啊？桃子的，嗯，我刚刚没有看到。
QAQ 怎么办？嗨嗨草莓酱耶、yeah, 我抢到了妹妹两张蓝色姐姐两张红色没关系啊我有两张红色我也很开心耶、yeah, 韩韩大手笔等到韩韩开播栗子就哭了抢到了我没有抢大家都会去丢给韩韩怎么办以什么以什么韩韩玫瑰好多对啊因为他刚刚抢到那个然后他就把亮花不是亮花浪花都丢给我谢谢高桥城的玫瑰23个24 24 25红包给佳丽救赎器只送上真情告白耶、yeah, 我也爱你谢谢 Yuki Fan 的玫瑰那栗子去抢红包我都有去别台抢红包耶、yeah, 谢谢小爱的阳光然后谢谢志伟的 Love you 谢谢 CYC 的枫叶准备什么？我也要准备。准备什么？谢谢本丸梅子人桃子送的为你守候。红包。嗨嗨嗨，陈恩。抢到红包的花是送给涵涵的啦。哦，谢谢 AB Fly 的玫瑰，谢谢 CYC 的枫叶，谢谢。我抢到了。嗨嗨，陈信宏。我没有抢到。嗨嗨，洪凯吗？谢谢高桥城，谢谢高桥城的玫瑰，谢谢草莓奖的红包，我都抢不到，我也想抢。你抢了，可能整个手机会翻掉。双手打字以示清白。谢谢台瓦哥的大声说爱你，那我也要大声说爱你，我爱你，这样有吗？谢谢 Lucky 的玫瑰。谢谢 Lingo 的爱心，可以让你们截图哦，耶、yeah ！有吗？有截到吗？谢谢玉峰的大声说爱你，爱你哦！谢谢伊卡的暴击玫瑰，谢谢玫瑰，嗨嗨麻油的麻油饭，没有，再来一次，好、啊，再来一次。那你们再弄一次啊！你们再弄一次那个特效，然后我，嗯，嘿，这样吗？爱心，谢谢草莓奖的爱心，这样有吗？是不是应该要这样？耶、yeah ！草莓奖的爱心，嗨嗨草虾，嗯，没事。嗨嗨 CKUMK 大大，谢谢 Yuki Fun 的 Love You， 嗨嗨柔君。还算是可爱了，没有抢到红包、喔。对啊，我刚刚在看要送什么。谢谢 Lingo 的玫瑰，嗨嗨 Miku， 免费选秀会免费选票，谢谢手滑哥。话题要回到作业了吗？谢谢飞。话题要回到作业吗？不要，我们不要聊作业，我们直播就是要开心，我们不应该谈作业，下播再来谈作业。谢谢林果的麦克风，妹妹好手气，对啊，谢谢九蛋的掌声鼓励，谢谢大鱼的那个选票，谢谢 CKUNK， 谢谢 CKUNK 的巧克力，谢谢 Kinoko 的玫瑰。作业题目找不到了，对啊，我怎么办？我觉得有点GG耶。我下播再来找好了。嗨嗨，陈恩，嗨嗨 ，Polo， 作业题目被烧掉了。我在怀疑我是不是把那个资料夹放在学校，有点GG。这台可以右声道听涵涵的那个声音就好了吗？谢谢塔瓦哥的蹭蹭你，蹭蹭，蹭蹭，嗯，你要拿起你的 IG 给大家看呢。好啊，等一下我，谢谢柔君的枫叶。你的脸太亮了。嗨嗨 Lingo， 哦，我的脸，但你下播之后还是找不到作业啊，那就只能那个去学校，然后完蛋。其实礼物一半以上都是韩寒的，吼、哦，干嘛这样？嗨嗨浓眉，谢谢志伟的应援棒。给涵涵的礼物不能省，那给姐姐的嘞？对啊，垃圾车省。
对，韩韩快要可以直播了，快要满十五了。垃圾车好详细哦。对啊，垃圾车好详细哦。谢谢浓眉的枫叶。他要来载你了。不会，怎么是载我？傻眼呢，我以为是我家的。谢谢伟哲送的暴击玫瑰。姐姐，你的车为什么是我的车？韩韩倒数34天。嗨嗨，卡丘。嗨嗨，尼哥。什么栗子的车来了？不是，好不好？给姐姐的一定神，什么东西？嗨嗨，陈恩，来载姐姐的车，不是来载我的车，好不好？我以为我家附近的。你还是没有拿 IG？ 不是啦，好啦，我拿 IG 嘛。啊，我没有抢到。你这不专心啊！我就是跟你讲话，就是浪花超多的。少女的祈祷响起了，对了，噔噔噔噔噔噔，大家去追踪我的 IG 哦 ，CHIALI， 然后底线 AKB48TP， 谢谢红包好大包，哈哈，这里要去追踪我的 IG 哦，也要追踪我的浪 Life， 谢谢大家，谢谢红包，我觉得我应该要来讲一下。那个，我原本有写我要讲什么，什么好，我昨天退追了，不行哎，要追踪。谢谢综合喵喵送的爱的包包，谢谢默默。等一下，跑太快了。等一下哦。哎，嗨嗨，秘鲁。谢谢秋萍送的为你守候。那个怎么念？我不会念呢，怎么办？我会念平假名，我不会念片假名。谢谢阿 Kira 送的暴击玫瑰，谢谢秋萍送的 Kiss 啾啾，谢谢冠如送的玫瑰。数字君，上次立省直播时按了奇数次的追踪了，西西你不是很早之前就追踪了吗？所以你这样按奇数次的话是退追耶。哎，是退追吗？嗯。等一下，按了之后，哎，一次、两次、三次，对啊，这样是退追耶，不能退追我啦。你这样还要算哦？为什么？我当然要算。什么是退追啊？栗子的鹰眼好特别。对啊，今天换了一个鹰眼。嗨嗨，默默无冰，我们念错。谢谢金佑送的 kiss 啾啾，谢谢娃娃兵第1123号送的暴击玫瑰，还有高桥城的蓝色应援棒，他是送你的啦，我知道他是送你的，谢谢草莓奖的暴击玫瑰，谢谢娃娃兵1123号的玫瑰，谢谢金佑的 kiss 啾啾。好了，我觉得我应该来讲一下，对，我要把它写起来哦。嗯，好。嗯，哦，那个那一天我不是上一次有发一个我去吃早午餐的文吗？然后你们不是说两个人吃那么多吗？我要告诉你们错了，我们不是两个人吃那么多，我们是五个人吃那么多，然后是阿姨带我们去的，还有阿姨的朋友，然后我跟涵涵还有妹妹三个，然后加阿姨跟阿姨的朋友，我们是五个人去吃哦，绝对不是我们两个吃那么多哦，不是都不是我吃，不是都不是我吃的，是我没有吃那么多，可是我也有吃，都是栗子吃的，什么？哎呦呦呦，滑到了，了解。西西说。西西说什么？他说他我的礼物请。99%给涵涵，哦哟，力神坏，叫阿姨跟阿姨的朋友吸空气，哪有 ？Kinoko， 原本就追了，我没有，我说追踪的已经，哎呦，这样会不会太，这样有点太暗吧？追踪的已经追踪的了，要按偶数次，还没追踪的要按奇数次。如果太亮了，我的脸变那个了。谢谢桃瓦哥的玫瑰，谢谢柔君的枫叶。嗨嗨，伟志。对啊，我觉得还是太亮哎。晚上好哟。比刚刚好。
好好听，人家讲话喊你干嘛故意忽略喊？我没有，可以换主播吗？当然不行啊！刚刚那句可以用 rap 唱，哪一句？先去吃晚餐，好，卡丘要吃饱饱哦。哦，谢谢塔瓦哥，谢谢塔瓦哥的玫瑰。那早午餐的分量多喂。手华哥，你跟谁去吃啊？嗨嗨，阿咪咪。谢谢塔瓦哥送的好多好多玫瑰，好心被雷劈叹气，哪有？谢谢小尾巴追踪，我只能追踪哈哈，也要追踪我啊！嗨嗨，雪米卷，那个分量真的超多，真的很多，不是我在说。谢谢塔瓦哥的玫瑰，换人什么啦？不能换人，嗨嗨，八道鸡吗？我有没有看错？嗨嗨，北原神推，嗨嗨，玄米卷，不是子萱，你放心啦。对呀，怎么不是耶？你是不是跟那个家人去吃？484跟偷跟子萱去吃，哈哈，很多，所以栗子都吃完了没有耶？其实我吃一点点，我就觉得好多、哦，真的很多，很饱。嗨嗨，老沙，嗨嗨 ，ice。追很久了，再按是退追了。追踪过的不能再按一次，你只能按两次，就还是一样是追踪。谢谢塔瓦哥的玫瑰。我被家人嫌声音太大声，栗子嗓门真的很大。对呀、啊，其实我觉得栗子吃得完，我吃不完。谢谢塔瓦哥的好多好多好多玫瑰。3000个吗？谢谢塔瓦哥，谢谢塔瓦哥的3000个玫瑰。男主90%是被栗子吃了吧？哪有？我可以再按一次吗？再按一次什么？嗨嗨，陈恩，嗨嗨，摩卡豆。栗子一定吃得完，真的吃不完。如果未来有什么美食节目的话，我一定要跟你们证明我吃不完。嗨嗨，妹妹，谢谢 blue 的阳光。我们还手牵手一起去逛角落生物展。什么退追？不要退追啦！嗨嗨，一瓶，谢谢林果帮我分享。说谎，我说谎什么？我要喝个水。嗨嗨，小飞云，美食节目，你证明你吃不完，不是要丢工作吗？好像是耶，那我是不是应该说我吃得完啊？妹妹说是你吃的，不是，她也有吃，好不好？嗨嗨，九蛋，谢谢 Polo 分享直播间，妹妹抢大红包哦！谢谢塔瓦哥让涵涵可以抢红包。嗨嗨，善元，主播今晚特别漂亮，谢谢。我抢到50级。嗨嗨，蜜糖吐司节，谢谢玄米卷的枫叶。嗨嗨，大家红包耶，我也想抢红包啦。谢谢一瓶的枫叶，谢谢冠如的玫瑰，谢谢 Jessie 的枫叶啊，跳太快了，谢谢 CYC 的枫叶，谢谢大家飞鸿的掌声鼓励，谢谢飞鸿的掌声鼓励，谢谢志伟的暴击玫瑰，还有志伟的枫叶，那是博一什么什么博4 1 4 1，那个叫什么？等一下，怎么办？我需要扣号求救。什么大神跟人家抢什么红包？大神也可以抢红包，好不好？谢不完了，对呀，好快，刷很快。マジですか？嗨嗨，嗨嗨，子晴，嘻嘻，珍惜生命。什么啦？谢谢秋萍的 kiss 啾啾。谢谢 Rookie 的玫瑰 ，CYC 的，嗨嗨，综合喵喵，嗨嗨人，嗨嗨 J， 等一下我要喝一下水水，水水，嗨嗨小易，谢谢人的追踪。谢谢朱里恩的为你守候，谢谢追的玫瑰。
那个叫 Boy， 我知道你看得懂平假，对啊，我看得懂平假，我看不懂片假，片假我还在努力的记。我刮刮乐全中，好厉害哟、哦！我刮刮乐刮了都没中哎、欸。栗子一直跟我，栗子一直跟我打招呼，搞得我好像一直换台看，要一直看我啊，卡卡的，对啊，我是用那个哎、欸，我是用网路哎、欸，等一下哦。我现在才发现呢，路哎，等一下哦，我现在才发现呢，就是我的那个行动电源插着很久，我都没有按呢，难怪电耗的这么快，有点卡，对啊，有点卡，怎么办？嗨嗨 ，Vivi， 嗨嗨，小小，卡卡，对啊，怎么办？等一下，我把东西拿起来好了。七七说你笨死了啦。对啊，没关系啦，常常被人家说，难过。卡卡力，卡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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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什么？我到底怎么长大的？果然蠢，什么啦，丽卡？哈哈，笑死！快没电了就会卡，原来丽卡一真的。谢谢高桥城的爱的抱抱。外接智商断线，您的外接智商还含一下线？什么？还有那个哦？还有那个？还有系统通知是不是？嗨嗨，君咪咪。嗨嗨，红红。给涵涵的，没关系啊，谢谢，我可以帮你，我可以帮你给他。谢谢。嗨嗨 ，Kevin。谢谢 Y 的追踪，嗨嗨小灰，嗨嗨在此逗留。什么？这台怎么变攻击地址？对啊，我每次开播都是被大家攻击耶。外接智商喊喊讯号不好，讯号不好。什么啦？谢嗨嗨 Kelly， 嗨嗨吹，谢谢。良机专属铁粉 DJ 夜光的追踪，晚上好，嗨嗨小灰，您的内建记忆体容量不足，对啊，所以我要外接涵涵。IG 留言也都是呛栗子，对啊，我好可怜哦。嗨嗨，恶龙魔少，恶魔龙少，对不起，我要送礼物了。好啊，只要你这台会这样吗？就不会，对啊，大家都欺负我。谢谢 AB Fly 的玫瑰，嗨嗨狂人，主播辛苦了，什么啦？你知道我都被欺负吗？大家都一起欺负我，嗨嗨发发，嗨嗨剑中吗？嗨嗨叶小拆，应该是拆吧。嗨嗨，新来的大家。哦，潜力榜小时获得第五名，耶、yeah! ！嗨嗨，丰收，双手打字一世清白。今天有爆料桥段吗？我看一下。哦，好啦，我跟你们讲一下，就是我那时候见面会啊，就是原本有那个就是个人近况，然后我跟你们讲，就是之前在就是见面会之前吗？还是什么？谢谢九蛋的看好你哦。什么？抢到红包？没关系啦，你已经抢很多次了，红包人潮要来了。好，那我先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好了。大家好，我是 AKB48 Team TP 的一期生李佳丽，然后我的绰号叫做本丸栗子，然后我的 IG 是，我的 IG 是 CHIALI。@AKB48 Team TP， 再麻烦大家追踪啦，谢谢大家。然后我的浪 life 那个也要帮我追踪一下哦，谢谢。然后还有这是妹妹的那个妹妹的 IG， 也要麻烦大家追踪一下。然后她也是 AKB48 Team TP 的一期生，谢谢。然后她的 ID 是 CAI0315 AKB48 Team TP。那就麻烦大家啦，谢谢。Yeah.
然后那个如果没有点没有听到刚刚的 ID 的话，可以点我的头像，然后它就会有个人简介那边有我的 IG， 那就麻烦大家，那就麻烦大家多多追踪啦，谢谢大家。数字君，数字君，掌声鼓励。谢谢数字，不是啦，那个是那个是马甲，要他那个后前面或后面还会有名字。哦、谢谢，躲在角落暗中观察，嗨嗨大鱼。人家敲完要恶魔脚。恶魔脚吗？好啊，一直摆个帅帅的表情吧，这样吗？这样有帅帅吗？这样不帅，完全不帅。那这样。这样有帅吗？哎，为什么有那个？这是什么啦？谢谢草莓讲的很会。四人开播趴，不要靠那么近，惨白了。好，我会远离远一点。大家说要恶魔脚，好，那我就恶魔脚一下。恶魔脚，这样吗？哎，没有夹好。栗子鸡肉饭。嗨嗨玉峰，什么什么，这个很会，超贵，是哦，你说这个吗？噔噔噔噔噔，我自己配音，我听不到。嗨嗨雷神说，这样吗？这样有吗？恶魔666啊，真的蛮贵的，呜、哦、那个很会很贵，那我很会一下，我帮你等。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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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一辆大巴哦，那个等于一台巴士哦，好贵哦。地址又变恶魔党了，对呀，嘿嘿，那个，哎呦，太白了，大家要追踪我的那个 IG 哦。哎，思雨开播嘞，坐滴滴的时间到了。很会等同一台巴士超车。嗨嗨，正录完。这样还会太亮吗？这样变很白耶。这样耶。超亮，那怎么办？这样有好一点吗？可是这样变后面看不到耶。嗨嗨，星辰。嘴角窝好抢戏。这个吗？它其实要叫很贵，什么已经退例子追踪了？不要这样啦，要追踪我哦。哎，反了。觉得你的脸比较重要。还有那个，再麻烦大家追踪我的 IG 咯，谢谢大家。还有谢谢帮我分享那个 IG 的大家。嗨嗨，恶魔龙少。要去追踪哦，谢谢大家。谢谢西西。谢谢西西的帮我分享那个，谁叫你欺负妹妹？我没有欺负她、啊，我还有帮她宣传呢。你看，这是妹妹的。对啊，这样好白哟、哦。好，那我来分享。对，我刚刚讲到一半，这样好白哟、哦，怎么办？就是我刚刚讲到一半啊，就是那个胶带，胶带给你。就是那一天去跟那个肉肉练习完啊，就是吃那个吃冰的那一天，然后我们那时候就，因为我们那时候原本是要去吃烧肉饭，然后我们就是在大马路，就是我们就走在那个马路旁边嘛，然后走到一半，然后我们就看到了那个八叉云叉锅贴店，然后肉肉跟肉肉。先退，下次可以再追踪一次。不要啦，要追踪我就要从现在开始追起啊，嘿嘿。然后就是跟肉肉一起去吃那个，就是我们就说晚餐要吃什么，然后我们就看到了那个锅贴店，然后我们就剪刀石头布，说我赢的话吃锅贴，他赢的话吃烧肉饭啊，所以最后。我猜赢了，我们就在马路旁边猜拳，就是很边边，就是人行，应该说人行道上猜拳，然后最后我猜赢了，然后所以我们就去吃了那个，就去吃锅贴，然后我那时候就跟他，就是我那，因为我们去吃锅贴嘛，然后他不是有很多酱嘛，然后我跟你们说一个很好吃的调法，就是
蒜头加酱油膏加酱油，然后再加酱油膏加酱油，然后再加白醋、黑醋，就是你把它调上台上的调味酱全部都加一次，超好吃。而且不止我这样说，那个肉肉有吃，它也说很好吃。所以我不喜欢蒜头，那你可以不要加蒜头，就是看台面上的什么，你可以你有办法接受的话，你就把它加进去，超好吃的。嗨嗨，电光师，好神秘的吃法，不会啊，很好吃，真的很好吃，不是暗黑酱料。你们有去的话，有去吃锅贴可以去试试看，因为真的很好吃。暗黑酱料不是暗黑酱料，不加酱料派。真的吗？不加酱料，我觉得不加酱料都没味道哎。黑暗料理界的传人就是力神了，什么啦？吃锅贴水饺是灵异派的，不加酱，我觉得不加酱没味道哎。嗨嗨，尼克，嗨嗨，主公，真的啦，加酱比较好吃。喝水。烧香偶像，对啊，嗨嗨，永远的老头。酱油膏派，涵涵也是酱油膏派，涵涵是酱油膏加酱油，就是不要太勾的酱油膏。很多很多，加很多。有没有香菜加？没有啊，那个锅贴配香菜很怪吧？谢谢西西的分享，加酱比较好吃。对啊，加酱比较好吃。谢谢赖晴的亚马逊丛林，哈哈，我知道亚马逊丛林。谢谢你的分享哦。嗨嗨，思思卡，我都只加酱油膏跟乌醋，我都把它台上的酱料全部加一遍。加芥末，加芥末不会很可怕吗？我没有吃过加芥末的，我也不太敢吃芥末，因为我觉得芥末很辣。所以我吃生鱼片的话，我也都不加芥末，我都直接沾酱油吃。嗨嗨，孤独为荣，抢红包当场控很重要，帮忙没啥的。谢谢西西啦，加芥末很刺激，真的。谢谢花生糖分享，生鱼片加酱油，对啊，我也是。耶，我抢到了。我也是不加那个不加酱，不加 wasabi 的那一派。嗨嗨，凯杰，谢谢星星送的阳，谢谢小尾巴送的阳光。谢谢布莱恩送的阳光，谢谢涵涵送的阳光，恭喜妹妹。对，涵涵抢到，她只要抢到她就很开心。对，为什么红包难抢成这样？嗯，比较多人吗？有很多人吗？鼻子不通吃完沙比就通，因为它很呛啊。阿飞的小蝴蝶，我刚有看到哎、欸。阿飞的小蝴蝶，大家知道那个吗？涵涵是那个阿飞小蝴蝶里面那只小蝴蝶，你们知道吗？嗨嗨，晚上好哟！嗨嗨，要多，嗨嗨米哟！今天很呛是吧？没有啦，潜力榜第三名哦，人应该算多了，开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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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阿飞的小蝴蝶啊，萧敬腾的歌，那个涵涵有在里面，就是那个小妹妹。你们可以去找，真的，他在里面，他在里面。对啊，他是那只小蝴蝶，知道他是我们的小蝴蝶。嗯，什么？我们的小涵涵涵是小阿飞，对啊。对。小易传到来都抢完了，不要灰心，不要灰心。嗨嗨 ，AB Fly。姐姐有眼，再见小时候。我剪完 po 好了。对呀，那个阿飞的小蝴蝶，那个之前那个叫什么？那个之前浪 life 的首页不是也有写我的那个演艺经历吗？你们有去看吗？嗨嗨，李威，等一下 MV 又要加一波浏览次数了。嗨嗨，扫喵，有我吓到了。对呀，我后来去看的时候发现。就是因为我有时候会去翻那些留言嘛，然后我就去看那个阿飞小蝴蝶的那个翻那个留言，哦，还蛮多人知道是涵涵的，就是他们下面有说是那个那时候好像甄选实习就有人发现了，然后就是下面有跳一条说，哎，现在那个小女孩是那个
什么什么什么的成员呢？就 AKB48 TV 的成员哦。现场演唱长高吧。哦，然后我还有那个，还有我是那个，就是我小时候有演那个巧莲智啊，有演宝宝版那个巧莲智，哎呦，敲到了巧莲智宝宝版，然后还有那个。就是以前某某亲子台有一个那个米菲玩玩乐，我也有在里面，你们也可以去找找看。然后还有悠悠 TV 的那个长高精灵，那句我是留的啊，真的、哦，是九蛋留的、哦。甄选期间从来没发现这件事，真假我是违犯，嘻嘻。手手手手怎么了？有，但是没认真记。没关系，这样你们现在就知道又有点点名。对啊，又有点点名。我有拍钓鱼烧的。真的假的？会去帮我儿子的敲户？什么违犯？我没认真看，惭愧。没关系，没关系，我可以跟你们讲。我不知道正常啊，我义卖活动才知道你。没关系啦，现抽可以从现在开始认识我啊。唱的我起鸡皮疙瘩，哆哆哆，什么啦？你今晚比涵涵漂亮，你没有看到涵涵呐、啊？双手打字也是，我不是扮巧虎的啦，不是，没有，我现在是涵涵，你垫背，你明明就是饼干那一次被我吼到之后你就知道的。嗨嗨，柯伟翔。去看阿飞的小蝴蝶，对呀、啊，涵涵小时候超可爱的，我现在也很可爱吧。涵涵新来的大家要去追踪我的那个、哦、我的 IG， 然后是 CHIALI， 然后底线 AKB48TP， 谢谢，然后还要追踪我的浪 life 哦，谢谢。米粉跟你说拜拜。米粉跟我说拜拜。拜拜，什么 TP 好多童星，谢谢李威，你也很可爱。你为什么突然安静？因为、欸、什么米粉说完拜拜，对，他刚跟你说拜拜、哦、拜拜拜拜，栗神什么，我先认识栗子，但好像比较可爱，佳丽也很可爱。阿姨晚上好，我不是阿姨了，我是动漫展才开始注意例子的，感觉有点晚了。不会啊，认识永远不嫌晚，是不是？耶、yeah ，那是按到罐头啦，没有拜拜，没关系啊，可以继续留着。卡卡利，卡卡的咚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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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针跳针跳针，叫我姐姐。嘿嘿，其实我比较推例子，没关系没关系，有推我我就很开心了。例子阿嬷好。没关系，我已经坦然的接受阿姨、婶婶、阿嬷、奶奶，对对，我已经接受了。什么什么没看到？没看到什么？涵涵是不是很希望姐姐换成小弟？什么啦？嗨嗨，伟哲，好像有点荡哎、欸，怎么办？很多人送了呀。哎，算了吧，你已经默认立场，对呀、啊，看来是承认了。我推加 Z 大于加力，没关系，都是我。这么多名称，栗子喜欢哪个？我喜欢本丸跟栗子啊，耶！嗨嗨滴滴，推姐姐疼妹妹，耶、yeah ！谢谢塔瓦哥，爱你哦。哎，我看到栗子神推耶，耶、yeah ！我也要升上去了吗？立省咳嗽听起来不太妙哎、欸，哦，因为我只要讲太多话都会这样，所以那一天那个首播啊，我不是很激动吗？然后结果下播之后我就变这样了，超可怕的。立省很赞哎、欸，立省不赞，嗨嗨，周家安，我在直播外推栗子，直播里推涵涵，没关系啊，你也可以直播外也推一下涵涵，可是你还是要推我耶。Yeah嗨嗨，北北，奇怪，我去别台都抢得到红包，因为涵涵在这里也有抢啊。
小迪是好人，对啊，安定烟嗓。Q A Q， 声音，我的声音讲，难过，咸咸憨憨，咸憨憨。小迪说子萱超可爱，什么变什么罐头讯息哦？你说那个，那个，手滑哥耶！哎呦，这头发，复制贴上。韩寒是抢红包高手，对呀、啊，对，韩寒有很多幕后的哥哥保护支持，力神无事。嗯，我也要啦，人家只比他大两岁半而已耶。其实甄选时期，你们两个的每次的课题都我都会点进去看。李威，那你是不是很了解我们房间呢？每次的直播就是各方面都看得到。卡丘推小迪，说小迪很善良吗？对啊，小迪很可爱。小迪很可爱。我那我嘞？你我比小迪差一点。傻眼，傻眼。好啦，你也很两岁半，几乎国高中的等级了呢。什么啦？谢谢刘君。嗨嗨，志忠。什么哎呦不错，什么什么什么，我错过了什么？你知道二十二岁就会被显老了吗？还好我还没二十二，我只有十七而已。姐姐是亚中，姐姐超可爱，谢谢，谢谢谢谢说我可爱，我没有施压他。我觉得你不要戴恶魔角，好，你每次戴恶魔角我都被霸凌。啊，不要啦，我要戴恶魔角，大家喜欢恶魔啊。嘉义王也是十七，因为我比较大只吧。哎、欸，星星小尾巴，你十六而已哦。可是我是对，今年高二，所以你是高一吗？韩寒的姐姐小迪超可爱，那韩寒的姐姐那个栗子嘞？等到栗子什么？等到栗子二十岁就有感，什么啦？带不带都是恶魔，老沙不是哦。你不是有说那个有被那个恶魔角看到恶魔角才来问我的吗？我跟嘉义王同一个月，他只比我小十几天而已。二十几天，好像是二十几天。栗子抱歉迟到了，不会呀、啊，嗨嗨上庭，怕。Hello.什么？不要怕，不要怕，我人最好了，我人最好了，不要怕。嗨嗨，管管，到底几天？我忘记了。嘉义王生日是，我知道他是二十几号，可是忘记是二十几了。什么怕？干嘛？干嘛怕？我人那么好，是不是？你人最好，我笑了。谢谢小嘉义王才四个月，谢谢塔瓦哥的麦克风。11月18，不是二十几号，对不起，对不起，11月18，那差13天，那也还好，才差13天而已。嘉义王刚修暖完而已。哦，我知道，我有看到那一篇，就是那个，哎呦呦呦呦，手掌那一篇，我看完回来了，超可爱，对不对？他小时候超可爱的，还有那个，还有那个。謝謝那个叫什么蝴蝶这样子飞在上面，呜，那个是特效。11月20多的只有易云跟麻油，对不起，我叫错了。栗子会台语，栗子会一点点台语，眼睛业障重，对不起，对不起，我业障重。谢谢玉峰的爱的宝宝，嗨嗨子阳，栗子的好只有内行人来才了解，对呀。道歉要土下座，嘿！立省人最好，默默不自恋，小心不滴滴，什么啦？这个怎么感觉好像都是反话嘞？台语自介，大家好，我是……我真的不知道我的名台语名字要，我真的不知道我台语的名字要怎么念，因为我有问奶奶，可是念起来也很怪。TTP 三大黄。现在人变少，妹妹抢红包 ，TTP 什么啦？嗨嗨，艾瑞克，可可可可，因为我抢到了。
没有专属罐头鱼，那是什么啊？因为我有看到它毛效有用，可是我不太会用哎、欸。嗨嗨，米粉哲，立神最善良，灵异不傲娇，教主最专一。Mina 耳朵不痛，某某我要减肥。再来，所以是哪三大？姐姐是天使，姐姐不是恶魔，恶魔脚要藏起来。姐姐不是恶魔，姐姐是恶魔啊！我没有抢到，对不起，我没有看到。喝个水。我现在可以丢礼物了，我要丢礼物了。嘿，谢谢韩寒的玫瑰，谢谢飞鸿的玫瑰，谢谢一卡的玫瑰。我在两包就凑过十包了，凑十包的概念吗？谢谢冠如的玫瑰，再来一次红包。啊、什么？那就是马油1月30日。11月。哦，十一，对不起。想到十一月三十。嗨嗨，日本玩。天使脸蛋的恶魔。好了，我要把恶魔脚收起来，大家都说我是恶魔，我现在只会叫荔枝。对啊，煎饼尊说不能叫我大神。谢谢 Lucky 的暴击玫瑰，耶、yeah, ！再一包就抽过十包了，怎么？好了，我帮你 QQ 了，帮你 QQ 一下。谢谢 AB Fly 的玫瑰。对啊，感谢塔瓦哥。也感谢塔瓦哥昨天，不是前天帮我飞那个火箭，谢谢。嗨嗨，红姐，对啊，这是发夹，可以夹，看要夹哪边都可以哦。然后那时候那一天呢、啊，我们在后台玩，我们还有那个弄那个。因为独角兽。鲨鱼，你看侧一边，鲨鱼。嘿嘿嘿。握手会看到恶魔脚有惊艳到，对呀、啊，大家都说有惊艳到。其实这个是小时候，大概六七岁的时候买的吗？这是鸡冠、就是，不是，这是鸡冠吗？那这样嘞，这样子嘞，这样子是什么？咕咕咕，粉红色菱角，鲨鱼鳍是往后的，啊，粘到我的荔枝了。点开阳光福袋，阳光福袋，什么阳光福袋？韩寒说独角兽又一个儿童奶姐姐，什么啦？有吓到，所以才第一个去握你。哦，是哦，那我开心哎、欸！独角兽，对啊，变独角兽，有人气值，点开哪里啊？哦，看到了。好，我看到了，耶、yeah! ！脚是弯的，对啊，弯的才会是这样子啊。好，谢谢米酒的阳光。你带一边可以 cos Q O O。Q O Q O Q O O 啊！我知道 Q O O， 可是为什么是 Q O O？ 它有那个一个。下次韩寒带，我就马上把栗子的券给韩寒。我不会把恶魔脚给他的，他要带。他要带那个、啊、天使的光圈。我住高雄，没办法去握手会，没关系，可是还是可以买专辑哦，嘿嘿。感觉好奇怪，对啊。Q O O 啊。想问立省个问题，什么？韩寒可以带光环，对啊。好。不给韩寒就直接不换立泽卷，哈，不行啦。要。哇、哦，住屏东冲去握手会，哇，好远的感觉哦。韩寒要带翅膀啊，那个粉丝许愿了，你下次那个要带翅膀，要带翅膀，还有天使光环。太浮夸了要去那个买一个天使翅膀。对啊，没有啦。因为那时候怎么想，我是要这样子啊，然后结果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就变这样，是只有你没错，因为你是这样子来，然后我就想说对，然后对，只有你这样子，为什么？我也不知道哎、欸，打蚊子你，
没有啊，就是你这样的。哎、欸，韩寒手借我。不是，你要两只手。为什么？韩寒带翅膀，感觉很可爱。那下一次那个，我们可以人设交换。我只觉得栗子一直看着我的眼睛，我有点害怕。为什么叫我这样子来，你就这样子握？对呀，你要下次这样子来，我还是可以这样子握。感觉握韩寒的时候，他身边散发天使光环，所以我就散发着那个怨气嘛。你们不来握我，我就把你们吃掉。栗子不去买个恶魔尾巴吗？这样你们看不到啊。谢谢日本丸送的玫瑰。人设交换，感觉商业妨害什么啦？谢谢阿维维的初心者徽章。韩寒可能还要附上丘比特的剑才是真的天使，所以他们在他在握手的时候要这样吗？嘿嗨，韩寒带恶魔叫什么？李威就算戴着口罩也很可爱。有啊，我有看到李威戴口罩，然后还说。干嘛把人家的秘密讲出来了？我的尾巴送你，什么尾巴？那是邪气吧？什么啦？谢谢阿维维送我的玫瑰，然后就射中粉丝的心。那我应该要带什么？我要带个那个吗？那个三叉，那个三个就是这样子的那个吗？然后这样，栗子不可能是天使，为什么不可能？尾巴装头上，那不就变这样了吗？微腰，韩寒可以跟小迪拿天使的尾巴，我们什么时候要玩栗子举起来？你说上一次那个吗？你带叉子比较快，有四个。你说这样吗？没有叉子也是三个啊。三叉子。没有啊，叉子叉水果那个也是三只啊。每次一靠近镜头，那是我要这样吗？这样子吗？也会很大哦。没关系。嗨嗨 ，Kinoko， 三叉戟。哦，是这样念，三叉戟。嗨嗨，北极星，叉子有四个的好吗？叉子有吗？好像是灰姑娘，所以我是坏皇后。不是，可是我以前真的。太亮了，可是已经加过那个了，已经加过一张纸。嗨嗨，北极星，谢谢娃娃兵1123的暴击玫瑰，谢谢。韩寒声音好可爱，那家里挡住后面应该没关系。好，那我们就这样吧。坏皇后，我以前有当过皇后，就是我国小的时候是舞蹈班的嘛，然后那时候我们。芭蕾最后一次公演就是跳爱丽丝，然后我就是当那个皇后，所以我真的有当过皇后。谢谢秋萍的 kiss 啾啾，坏皇后。对呀、啊，我还有从那个，就是那个还有从，因为他不是原本是坏心的吗？然后我还有从坏心变好心的皇后。腿控从小就坏坏，我哪有？你是位可爱的公主，谢谢爱一家冬瓜爱儿的骑士，谢谢。天生适合坏皇后有吗？自带皇后气场，自带那个，对啊，然后还要那个。我的衣服破 IG， 打错啦，打错什么？天生后母料什么啦？天生公主料。没有没有没有，没事，被盗。喝个水，以后叫你骑士就好。好，骑士，捞起来放。对啊，天生公主病啊，被盗。嘻嘻，你天生傲娇啦，而且没有被盗。从小，原来从小老师就发现栗子的潜能，什么啦？栗子今天播到几点？那个一样九点半。栗子美女，什么？我后面没有看到，被盗是什么？
就是大家不是都会说什么什么，是说一句话，然后后面括号没被盗，我只是把它实体化而已。我是你跟一家的粉丝，谢谢骑士。那我呢？那我呢？最近怎么好多人都被盗？西西没被盗啊，西西一直都很傲娇。林姐口中的臭西西。欸，我怎么倒两杯就没水了？你为什么又呛我？我因为你都呛我啊，天生傲娇。对啊，他是天生没有被盗，那是有没有被盗？是没有点被盗，不是没有被盗。我是天生傲娇吗？对啊，今天那个的有点严重欸，唱得我起鸡皮疙瘩。对啊，没有被盗。你自己是不是看了我的现实？偷偷的。嘿嘿。我看到一个爱的目光锁定你。直播人数四人，有四个人在直播。对。哎，我发红包。发红包，谢谢塔瓦哥。好，很赶快抢。九蛋，你怎么跳出去了嘞？嗨嗨，红姐。抢到了，很开心哦！嗨嗨，陈恩，嗨嗨，安娜贝汉，晚上好哦！谢谢红姐的为你守候，嗨嗨 ，Link， 您的外接智商韩寒已上线。对啊，他一直都上线，他在旁边。什么？你一定是看到我的现实说了什么那叫臭兮兮的梗。对呀、啊，我都会去看那个，就是指那个林杰的那个精选臭兮兮，我讲起来没有感觉、啊，林杰讲起来才有感觉。谢谢老沙的 Love You， 谢谢冠如的玫瑰，嗨嗨赖晴德，我是不是靠越近脸越大，有点可怕？不用靠近脸，好像没有很像。这声音真可爱吗？是韩寒的吗？哈哈，也是这么夜看我现实，哈哈。卡卡的力，卡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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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会呀，会看哦。好巧，好像抢到的同时我也抢到了，抢到了。栗子的监视很可怕，没有，我没有监视，我是想要有你更多，想要跟你们更多的互动。你是变态吗？不是啊。好像林姐的口气，你说臭兮兮吗？大是韩寒的，大家都欺负我。我要送礼物了。嗯。谢谢韩寒送的玫瑰。那你要在？你为什么你要？玫瑰，臭兮兮。这个没法低调，韩寒升到青铜18，我好像都还没那么高等呢。Yeah. 好，再来讲一个我也有追过星的故事。韩寒 Q 我的那个歌是韩寒 Q 我的，栗子这太有年代了吧？所以刚才韩寒 Q 我，他叫我唱玫瑰的。谢谢上庭的 Love You， 对，栗子17级而已。那我要赶快升级。谢谢大家。嗨嗨，下课。我就可以升级。对，我要哎，等一下他粘到那个耳朵了。你追过星，我好像还没出生。什么啦？谢谢本丸妹子 and 桃子的玫瑰。力神真的有年纪耶？不是啦，那个是刚韩寒 cue 我的耶。可以把 love you 给韩寒吗？不行。可以。不行。love you。年纪附录。什么年纪暴露？好，我要讲过我追星的那个。嗨嗨，大鱼，就是你们知道以前有那个吗？终极系列。谢谢志伟的 Love You。唱老歌，什么老歌？谢谢 Akira 送的 Love You。栗子阿嬷果然不虚传，什么啦？谢谢林果送的，谢谢看好你哦。谢谢大鱼送的暴击玫瑰，终极一般。对啊，我有看。谢谢阿嬷都不理我，我没有，我刚刚真的没有看到。
给我你的爱，让我陪着你去未来。其实就那个终极一班的话是我小时候看的，谢谢塔瓦哥送的真情告白，什么告白告白，我又破音了啦，谢谢嗨嗨，感觉人生已经到了巅峰。谢谢数字君。终极系列哪部？我最喜欢的应该是一班三吧。对，然后终极一班跟终极三国，我都是租片子回来。就是回来补，因为那时候小时候还没追，我是从终极一班二的时候开始追，然后我还有那个就是以前不是他们都会有那种签那个签名的那个吗，我真的有去排过，那时候是夏天，真的超热，因为他那附近也没有什么遮蔽物，然后就这样子，然后有些人会撑雨伞，可是撑雨伞会挡到视线嘛，所以后来就收起来，然后就这样在台下这样看着他们，然后就这样然后看到他们自我介绍啊，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就觉得那个很开心。我们之前还年代感什么啦？当时终极一有在我高中拍，什么高中？嗨嗨，阿华，哎呦不错，什么什么不错？给我你的爱，让我陪着你去未来，超好听。什么栗子阿嬷已经80岁？没有，好老，没有。终极一班是哎，我们一班二是什么时候看的？一班二是不是国一？我国小。对啊，国一吗？还是小六、小五？我忘了，反正就是差不多，就是国小快要国中那段时间。对，我真的追星追的超可怕，然后就以前很喜欢那个，很喜欢他们嘛，然后就有去什么买周边啊，然后。看那个看他们，然后我真的看了好几次，我就是会把我喜欢的片段一直重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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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战力指数跟食量成正比什么啦？听过 Tank 的歌有年纪的耶，那是我因为我是回去看那些的，所以我还很年轻啦。那个不是我小学的东西吗？嗨嗨，手滑哥，栗子的声音好清澈，跟讲话差很多。对呀、啊，土龙馆是我们高中的体育馆，好酷哦。对啊，我唱歌的声音跟我讲话的声音不太一样。便利商店里。我们最想要的东西，现在我心宽的人受伤，给我你的爱，让我陪着你去未来，赞，超赞，真的很赞。好，手滑哥拜拜，上班加油哦。 Tank 我国中流行15年前，没有啦，我那是后来才去辅导的，所以我没有那个，还是唱台语歌好了，拜拜！谢谢 Akira 送的掌声鼓励。不过唱台语歌的技巧比国语歌好。对呀、啊，哎呦呦呦呦，滑到了！那是我幼稚园时候的卡通，合唱好好听。高音上得去吗？没有讲这么多话，应该上得去。嗨嗨 Lingo， 谢谢日本玩的掌声鼓励。嗨嗨小千，对呀、啊。就是讲太多话，我就会很容易破音，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喝个水，谢谢老沙的掌声鼓励，恭喜升到青铜39。嗨嗨力神，我不是力神，我是栗子姐姐。是默默亲子台还是悠悠 TV 新出的姐姐？没事，嗨嗨陈恩，对啊，那个真的那首真的很好听，给我你的爱，回答妹妹，月月不滴滴就是有滴到你哦，嗨嗨，姐姐我国三，你好，我要怎么叫你呀、啊、？DJ 夜光主播，栗子姐姐好可爱呀、啊，谢谢。
唱得我起鸡皮疙瘩。什么啦？嗨嗨小哀，什么姐姐要叫婶婶？什么？这那句怎么唱？这上宇宙都爆炸，海水都蒸发，只愿你的记忆里有我的拥抱。是拥抱？太久没唱。姐姐，我是电子音乐制作人的 DJ 主播，那我要怎么叫你？谢谢日本玩的掌声鼓励，猴 QQ 啊！这时候罐头鱼就派得上用场，那个要怎么设定啊？亲子台姐姐这么坏，会吓到小朋友吧？人家的定位就是恶魔姐姐。天哪，力神唱的真好，什么啦？唱的我起鸡皮疙瘩，这样是好还是不好？嗨嗨米拉，嗨嗨弟弟，西西是不是故意挑很高的音？帮你打出来了。月月不滴滴，可惜栗子没推。嘿，不行，要推一下嘛。谢谢手滑哥的枫叶。问一下其他人吧，罐头鱼。好，我会去问。我可以教你原本。我看到一排乌鸦飞过去，什么啦？不行，这里是亚马逊丛林。你不能赶快出来，不要在电梯里面。告诉佳丽很开心的一个很开心的事。好，告诉佳丽一个很开心的事。好，可以说啊。什么？亲子台的姐姐声音都比较甜美一点。对啊，我比较沧桑一点。谢谢手滑哥的枫叶，不要打电梯，佳丽。我真的有去看那个。姐姐，我准备要出 remix 专辑，哦，感觉好厉害哦！今天直播前才有空开圣诞节声写，然后嘞，快点出电梯，不能在。我们亲手女力神从来不是卖脸的吗？什么啦，栗子快出电梯，栗子，佳丽，你不要再待在里面了。结果第一张竟然是佳丽的纸笔，耶！开心。谢谢 Jack 追踪，幸好新的爆炸糖不是故事主角，不是你，我知道那个爆炸糖是零一吃的那个糖，然后结果爆炸了，唱得我起鸡皮疙瘩，这样是好还是不好啊？嗨嗨蓝的，谢谢佳丽带来缘分，也谢谢你哦。嗨嗨你好 Jack， 不是哦，不是什么。泰华哥之前不是抽了我很多张的那个吗？有啊，泰华哥之前还有抽那个，还有那个收我的纸笔，五四三，什么什么什么，是哦，是零一给别人呢、哦，不是零一哦。三，等一下，为什么我的没有更新到？零一为紫萱吃就紫萱爆张，二一，一吗？一滴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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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什么什么什么东西？什么什么？哦，火箭！没有。爱的火箭，谢谢塔瓦哥的爱的火箭，谢谢，谢谢塔瓦哥的火箭，谢谢。开心，谢谢，爱你哦，谢谢塔瓦哥，谢谢塔瓦哥，嗨嗨骑士，火箭呢、啊？对呀、啊，好开心哦，谢谢塔瓦哥，爱你哦，爱你，那你爱我吗？爱你啊，真的吗？爱塔瓦哥多一点，你要怎么表达你对我的爱意？一万六哦，一万六。好多、哦，谢谢塔瓦哥，谢谢。我换完名字跟头贴照，火箭真是太厉害，对呀、啊，超厉害的。谢谢塔瓦哥，谢谢。我只有送过两次火箭而已。哦，火箭很贵耶。哦呦呦呦呦呦呦，不小心，那个很敷衍的爱你，嘿嘿，又冲到第二了。是吗？耶、yeah, ！开心！韩韩哭哭没有，我平常很爱他，你可以问他。没有，好不好？有，你看成员都说我很爱你呀、啊，
谢谢陶瓦哥的火箭。火箭等我中大奖再什么中什么中大奖刮刮乐吗？还是那个大乐透？等等又有红包了。哦，有啊，其实我有看到哦，错过火箭。我要到时候我要去，诶，有人有帮我录吗？我也有录，我有录。你有录哦？我有录。耶，那我看得到了，都好。谢谢下课的掌声鼓励，涵涵，我帮你报复，谢谢。我没有施压团员，好不好？小迪都说没有啦，还好我没走。桃花哥，我帮你录了，谢谢手滑哥，我再去看哦。谢谢下课的偷偷喜欢你。我们可以叫丽神一起神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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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往左滑可以看目标进度是什么？敷衍妹妹什么啦？谢谢下课的梦幻烟火，谢谢，好漂亮。后面是城堡吗？我买500刮中5000，好厉害哦！有啊，我刚刚有说涵涵的那个，涵涵那个，他有帮我录，我有说谢谢，我有说谢谢。这些都讲不出。好，要到警察局报案，什么啦？谢谢芒果分享直播间。嗨嗨，母汤。母汤。汤。母汤。叶彩杰精神家暴判无期，什么啦？我才没有家暴他嘞。看能不能换姐姐换成小弟？什么？嗨嗨，真真，火箭要给涵涵的，什么啦？谢谢。我们要，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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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到了，怎么办？敷衍涵涵，这是什么呈堂共振？什么啦？我介意你，我嘛介意你，介意，对啦，我怎么觉得怪怪的？介意。我介意你，嗨嗨音乐人，李彩杰想涵涵想当谁姐姐？不然涵涵当我姐姐好了，我们那个我们交换一下，换那个涵涵当姐姐，变成她是天使姐姐，我是恶魔妹妹。不要学教主出来，栗子姐姐，你缺干弟吗？干弟。其实我都没有什么认过什么干弟什么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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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类的。干弟是什么？大家10000人都是涵涵的哥哥姐姐，丽神小心点。什么啦？西西也很可爱呀、啊。西西。现在是全力小时榜第一名耶。哦，真的假的？开心耶，小时榜第一名。我嘛加一力哦。第一名，耶、yeah, ！第一名，哈哈，躺着也中枪。很好 Q 哎、欸，对啊，我很好 Q， 火箭太猛。对啊，谢谢塔瓦哥的火箭。好了，谢谢林果的好狂，嗨嗨冰棍。哈哈，好可爱！你说那个叫我第一名啊？第一名，叫我第一名。那是那个海绵宝宝，他有一集是那个叫我第一名。嗨嗨 ，C K U M K 大大，什么鱼最想死？不知道哎、欸。西西，你跳出去哦！谢谢综合喵喵的小金球。哦，我又破音了。小金球。嗨嗨黑哥，嗨嗨小布丁，鳕鱼。啊？什么鳕鱼？我知道刚刚那个什么，等一下我再看一次哦。哦，出去截图首页照，耶、yeah! ！我等一下要看哦，你们要截图放现实，我才可以看得到。然后截图还要标注我。你要标我。今天也开到9:30吗？对，9:30。还有啊，我好了，对不起，西西，我不会欺负涵涵的，帮你教训姐姐。西西靠你们两姐妹应该没办法，西西全团都知道哦，连麻油都知道了。麻油也知道。嗨嗨，大家晚安。嗨嗨，蜡笔小新。嗨嗨，没救了。好多。什么决心？亚马逊丛林。我知道啊，亚马逊丛林。不要进去，那里是亚马逊丛林，赶快出来。决心真的这样讲，你可以去看。主播辛苦了，什么？
麻油的之后那个我真的是绝对不是我哦。嗨嗨 ，Happy Fly， 拿起我的 IG， 大家要去追踪我的 IG 哦 ，CHIALI 底线 AKB48TP， 再麻烦大家追踪啦，还有浪 Life 哦，谢谢。哎，嗨嗨喜乐库玛，嗨嗨滴滴，谢谢花生糖的玫瑰。以后会不会有名言？可以讨厌我，但是不要讨厌西西。西西，你可以录起来哦。可以讨厌我，但是不要讨厌西西，也不要讨厌涵涵。讨厌要写经典语录。可以模仿 Mina 吗？耳朵会痛。如果你模仿也可以，我不像啊，我不像。我刚刚按成非追踪就休息了，什么啦？嗨嗨，蜡笔小新。这是 diss 哎，你刚刚没有拿我的 IG？ 对啊，好像是。对啊，我声音已经破了，讲太多话都会这样。谢谢日本玩的看好你哦，谢谢黑珍珠的新秀选票，谢谢健轩的枫叶，希乐姑妈一起推很嗨，也要推我啊！什么 diss 同事，我哪有？模仿二十分，你说那个、啊？耳朵会痛，烟嗓，对啊，耳朵会痛。这里，涵涵的 IG 在这里，大家去追踪涵涵的 IG 哦 ，CAI0315 底线 AKB48TP， 耶！首推涵涵了，什么粒子 1.5 推没有，粒子神推啦，耶、yeah ！推涵涵推起来，还有他推我。Mina 才没有烟嗓，对不起，这个我改变不了，这个就是我平常的声音，对不起，我没有凶。什么动物最怕人？北极熊。为什么是北极熊？因为角落生物的北极熊。什么啦？嘻嘻，不行啦！哎，什么推不动？没有，我很轻，好不好？谢谢日本玩的暴击玫瑰，嗨嗨 ，Natasha。谢谢黑珍珠的新秀选票，凶的厉声，我没有凶啦，推不动。什么？嗨嗨，林玉峰。再吃下去，火箭。我有看到栗子哦，谢谢你。哎呦呦呦呦！谢谢黑珍珠的新秀选票，连咪奶都去。你学的声音，我怎么有点想打？什么？不要打我嘛！推不动。回去找我家神推一针啊！西乐库玛，你要来找我啦！不行不行，大家立神遭到三阵出局，什么？大家都在我的直播间欺负我，那下次涵涵直播是不是要欺负涵涵？我只有脸圆，我没有胖。鸭子呱呱呱，好好冷哦，呱呱呱。哎，那个笑话叫什么？我想一下，哪一个品牌最怕痒？边看麦卡贝边看直播哦，我知道今天那个好像播到九点对不对？因为思雅说她9:45要直播。嗨嗨，安娜贝汉，滚啊滚啊滚啊滚！中年人立省的冷笑话，怎么啦？想让你们笑一下哎，怎么可以这样嘞？还是推不动，还是用来疼。剩五分钟，你是那个麦卡贝？剩五分钟，好冷。什么动物最怕热？不知道。嗨嗨，9977，呱呱呱！嘿嘿，涵涵直播发红包给佳丽，耶、yeah ！谢谢塔瓦哥。嗨嗨，志伟，你回来了。恐龙，什么？刚才题目是什么？什么动物最怕人？为什么恐龙？啊，这样吗？谢谢9977的追踪。涵涵声音很可爱，涵涵出声，鸭子叫呱呱呱，这样吗？呱呱。去羽喵那边一下，好，没关系，回来找我就好。其实我想说，发现历史有啊，我以前有戴牙套，然后。这个是固齿器，我现在那个里面那个是固齿器，
有看到栗子的樱花饭拍，腿超瘦，只剩下你。对呀、啊，我真的，哎呦呦呦呦，我真的只有那个，我真的只有脸肉而已啊！你们要来看我的真人啦、啊，我只有脸肉而已。嗨嗨，竹田，可爱的鸭子以后一定是天鹅，谢谢阿 k i r a。嗨嗨，长安 JR。嗨嗨，什么期待什么？你刚刚说了什么？嗨嗨，西野，你心哦。期待我的直播。我只是进来挂阳光的。嗨嗨，真的身材不错，谢谢。难怪丽婶牙齿像龅牙一样外出，什么啦？哦，干嘛捏我？脸也没有很肉啊，很肉啊，大家都说我的脸很肉。鸭子和天鹅不同种，不能变。什么林果？看来看佳丽真的会跟西西一样被你施压。什么啦？哪有？什么什么海没有一滴水池啊？好冷哦！嗨嗨，鲜牛奶，脸感觉很有弹性，多捏几下，这样吗？哎喂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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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爱的小手，韩寒的手手吗？胖胖的比较可爱，人家只有脸圆啦，不能这样。看到栗子阿妈的脚，我不是戴假牙，栗子本人真的比较瘦。谢谢本丸妹子和桃子，谢谢。谢谢紫薇小樱花追踪，我是叫韩寒捏，好吧？再次，来捏。来，你只有这时候捏得到。谢谢志伟的掌声鼓励，谢谢小尾巴说我是公主。你不是公主，你是坏皇后。耶、yeah, ，开心。我有拍那个白雪公主啊。嗨嗨，科科，用力捏下去，什么啦？对啊，西西在网络上的影响很大，成员都很喜欢西西啊，因为西西很可爱。西西最可爱了，嗨嗨，金秘书，哈哈，拿冲打姐姐，坏皇后。哦，嗨嗨，柯南，嗨，嘿嘿，哈哈，放感情在捏。对啊，他很用心在捏。栗子本人真的不放，对不起，我说谎会不会下地狱？对呀、啊，我真人不胖，我对我就脸圆呢、啊。嗨嗨，东尼，哇、哦，好多人哦！嗨嗨，暖男，今天限都放捏脸图，这样吗？好啦，我知道不是我自己捏，是韩寒捏。柯南一出现就有人要死亡了，哈哈 ，Happy Fly， 栗子本人什么？栗子本人真的很鲁，我说实话还亲寒什么啦？栗子跟韩寒有被雨林偷经过吗？好像有诶、欸，好像有。跟雨林什么？被雨林偷亲过。哦，没有诶、欸。嘻嘻，没办法低调。对啊，他的头发就很显眼了。想要低调却低调不了的西西，粉红色不对，想要嘴巴说想要低调，其实很高调，因为头发太亮，然后还很傲娇的西西，一眼就嗨嗨夹子，黑企鹅嗨嗨，为什么要禁止栗子嘞？耶西嘿哈什么？好像还没陷入魔爪，什么啦？你们救我出来！好多人哦，哼哼。大家好，我是 AKB48TeamTP 的一期生李佳丽，然后我的绰号叫做本丸栗子，然后这是我的 IG， 那个 CHIALI_AKB48TeamTP， 那就要麻烦大家多多追踪啦，然后还有要追踪我的浪 life 哦。36195205，谢谢大家。然后361950，想念依旧，我爱你。加油！还有妹妹的 IG， 这是妹妹的 IG。
他的 IG 的是 CAI0315 底线，然后 AKB48TP， 谢谢大家。本丸是不是已经接受历程这个绰号？对呀、啊，已经接受了，因为大家都在那个，大家都在讲。嗨嗨 ，my fans 720。IG 放在胸前，看得到。这样吗？对。啊，不行，它会滑掉。哎呦，不错，什么不错？嗨嗨，郭小伟，为什么你的画面右边没有 AKB 的标签？真的吗？真的吗？为什么？我也不知道哎。嗨嗨，超梦，看吧，慢慢的就接受了。对呀、啊、，QAQ， 难过。哦，我现在才看到标签，好，有看到就好。嘿嘿，姐妹差几岁？姐妹差两岁半。被红包挡住了吧？哦，有可能。力神，赶快叫潘姨不要挣扎。对啊，潘姨不要挣扎咯，我已经坦然接受这个事实了，因为连语录都叫成潘姨。快，阿潘的那个追踪破3000就要吃香菜。谢谢 my fans 720的为你守候。否认、愤怒、接受了，真的，我已经接受力神这个。绰号吗？好好，小易，等等回来哦。潘姨，你听到了吗？对呀、啊，潘姨，赶快接受。我力神都接受了，我的那个年纪比你大都接受了。对啊，因为我有看到那个，我有看到艾斯，我有看到你的。嗨嗨 ，K W O N G， 这样怎么念 ？No， 对 ，H K。小情神推，嗨嗨！我带风向真成功，所以我下次要让你不成功看看，这只能让你这次成功而已。冰大是不是很爱撒娇？好笑的恐怖。对。嗨嗨，李威。嗨嗨，森森。好多人。姨潘潘，姨潘潘，我知道那个，再来介绍一次我好了。第一名，什么什么，跳太快了。好伟大的情操，难为你了。原来第一名的红包是蛋花哦。好，那我要再追，我要再那个。Hello， 大家好，我是 AKB48TP 的一起生李佳丽，然后我的绰号是本丸栗子，这是我自己做的哦。然后这是我的 IG CHIALI 底线 AKB48TP， 谢谢。嗯，你为啥取名 AKB48？ 你是他们的影迷吗？不是哦，我是那个他们分团 AKB48 分团 Team TP 的成员，就是那个一起生，然后要去关注我们呢，谢谢。嗨嗨，小丽。还有彩姐的 IG， 是 AKB 的姐妹团，对，是成员呢，谢谢。那个韩寒也要宣传一下。我的 IG 是 CAI0315 底线 AKB48TP， 耶、yeah! ！大家要去追踪哦。刚刚那是妹妹的声音，她是李彩杰。谢谢志伟的暴击玫瑰，可爱。谢谢 Akira 的掌声鼓励。好了，那韩寒声音多一点，好，来，预备开始。大家要追踪我的 IG 哦，我的 IG 是 CAI0315 底线 AKB48TeamTP， 耶、yeah! ！对啊，你看我还有帮妹妹宣传，还有我的，然后你也帮我宣传一下我的。我的 IG 是 CHIALI 底线。AKB48TP， 耶！要追踪哦，嗨嗨，喜乐库玛，谢谢林果，嗨嗨，暖男，谢谢，唱的我起鸡皮疙瘩，什么啦？谢谢日本玩的掌声鼓励，嗨嗨，小易、来不及了，嗨嗨，星，这个。这个不需要追踪，要追踪哦，然后还要追踪我的那个。你距离上一名差3个钻石。哦，谢谢只爱六雄的秘密送的麦克风，谢谢。谢谢。
谢谢我爱六兄的主播东尼送的暴击玫瑰，謝謝嗨嗨阿布，好可爱哦！我是说哈哈，李威也很可爱呀、啊。哎、欸，是不是刚是不是小晴来了是吗？跳太快了，有吗？上了新秀小时榜耶！是哦，新秀小时榜第十二名，耶、yeah, ！开心，谢谢塔瓦哥的麦克风，嗨嗨小晴，教主要来告白了吗？那教主来了，我想零一应该也差不多了。晚上好，大家晚上好，欢迎什么？刘小晴，欢迎教主壁咚栗子哦，没关系，我自己壁咚自己这样。嘿，哇，可以壁咚你？不要，我不要你壁咚我。对。嗨嗨，大家，这是我的 IG， 大家要去追踪哦。我是 AKB48 庆 TP 一起生李佳丽，然后。这是我的 IG CHIALI 底线 AKB4818TP， 谢谢大家，然后还要追踪我的浪 life 哦，谢谢。什么什么真的假的？不是早就到不知道多少期了吗？什么想看恶魔栗子壁咚天使涵涵，有机会把它录成影片，他拒绝了。对啊，我拒绝了，这里墙壁有点远，会跌倒。台湾姐妹团，对啊，我们是一起生哦。嗨嗨大家，嗨嗨新来的大家，可以多多了解我们的 AKB48 Team TV 的官方网、官方 YouTube， 然后还有樱花花瓣，耶耶，对，然后可以多多关注我们。然后还有可以关注我们的 Facebook， 然后跟 IG 还有 YouTube 那边都有我们最新的消息哦，谢谢大家。官方网站，要大家去追踪哦。不要，那画面会是什么啦？大家多多去追踪我们哦，谢谢大家。地神不要勉强自己。官方网站。希望对啊，希望官方网站赶快上线，然后大家就看得到。官方网站。IG 是什么 ？IG 是这个 CHIALI 底线 AKB48TP， 谢谢大家要追踪哦。然后这个是我的妹妹彩杰的 IG， 大家也要去追踪哦，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要去追踪哦。然后也要追踪我的浪 life， 那个 ID 是36195520，想念依旧我爱你，谢谢大家，要去追踪，谢谢，谢谢，谢谢，嘿嘿。大家要去让涵涵多说点好，那让涵涵来自我介绍一下好了。用你的自我介绍了。好，自我介绍你。没有啊，你先自我介绍。谢谢龙送的为你守候，谢谢，谢谢小鱼仔送的玫瑰，谢谢玫瑰，玫瑰，谢谢乌咪大神教教徒87号送的玫瑰，谢谢。还有志伟送的枫叶，谢谢大家。好，来自我介绍，我们这次用涵涵配音版本的。小千要支持我们啦！嗨嗨，嗨嗨，谢谢小晴送我阳光。嗨嗨，桃海人。嗨嗨 ，my fans 720。谢谢上庭送的 love you， 我也 love you 哦，谢谢阿成追踪，谢谢大家。好，我要来自我介绍咯。你要看吗？好没关系。好，一二三开始。 Hello 大家好，我是 AKB48 Team TP 的本丸栗子李佳丽，同时也是本家姐妹中的恶魔姐姐。我的专长是做手作，还有跳舞 dancing party。然后我的兴趣是唱歌，我的台语歌很赞。
很赞，对，很赞。然后还有一个特殊的兴趣是做菜，耶！然后我的 IG 是 CHIALI_AKB48TP， 耶！耶！好，大家要去追踪我们的 IG 哦。然后还有那个。晚上好，晚上好，薯条。志伟送了三个蓝色应援棒。连浪 Life 官方账号都进来了，有啊，我刚刚有看到，谢谢，谢谢浪娱乐进来看我的直播。好，然后要再那个自我介绍一次，然后要去追踪我的 IG 哦，我的 IG 是 CHIALI_AKB48 进 TP， 然后这是妹妹的 IG。CAI0315_AKB48 进 TV，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哎呦，不错哦，什么？韩寒是声优吗？对啊，韩寒声音比较好听，姐姐声音也好听。谢谢小鱼仔分享直播间，欢迎嘉阳。他们是来看韩寒的哦，干嘛这样？嗨嗨，小陈，嗨嗨，九九九。韩寒真的棒棒的，对啊，韩寒的那个。姐姐也很棒啊。耶，韩寒的声音救赎了我的耳朵，干嘛这样？耳朵怀孕了吗？孕吐了吗？第一次听到韩寒说谎，什么啦？忘记跟羽猫说再见，羽猫关播了吗？是羽喵吧？羽喵。羽喵，你看错了。羽喵，没关系的。我们房间是睡在一起哦。韩寒。韩寒的声音耳朵会怀孕，姐姐就应上什么啦？我们睡在一起，姐姐晚上都踢我。嗨嗨，小泽，嗨嗨，熊熊，我哪有？明明就你踢我，还敢说？你昨天晚上还用你的手打到我的脸。嗨嗨，圣约，你只要保重自己的身体。对啊，我只要讲话讲太久就会破音。嗨嗨，英语。嗨嗨，七公子。嗨嗨，建中。我哪有打人家的脸，明明就他乱讲话，我没有打韩寒。有，你昨天睡觉的时候，你该不会以为你在跳舞吧？没有，你打到我的脸了，我只是没有说而已。嗨嗨，你，我们刚获得了，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大家都欺负我。嗨嗨，你。我哪有，我没有坏，好不好？嗨嗨，霸气五哥，我没有欺负韩寒啦。开记者会，我人很好，好不好？明明都韩寒欺负我，我没有，我没有欺负韩寒啦。臭韩寒，你都乱讲。我没有，你都乱讲，快大家退追韩寒。谢谢小鱼仔送的暴击玫瑰。佳丽变漂亮了，是吗？谢谢北野准，谢谢。你说跟之前的直播比吗？QQ 的脸颊肉 ，QQ 有啦，没有变的就是 QQ 的脸颊肉。希望未来你的婴儿肥会消掉。我也希望，不然都。对啊，可是这才是本丸脸。谢谢暖男的暴击玫瑰，谢谢小鱼仔的玫瑰。哦，好快！谢谢大麦克的玫瑰，我觉得你要谢谢娃娃冰的阳光。好，那我再自我介绍一次，那我自己讲就好了。好，我知道。Hello， 大家好，我是 AKB48 进 TP 的一期生李佳丽，然后我的绰号是本丸栗子，这是我自己做的哦。我的兴趣是手作跟煮菜，然后专长是跳舞。欺负妹妹？不是，不是欺负妹妹，然后。这是我的 IG， 那个 CHIALI_AKB48TP， 谢谢大家。哎，哈哈，诗雨，谢谢北野准带着初心者徽章出现。专长气氛妹妹什么？嗨嗨，小润，我们来谢谢阿成，谢谢阿成说我很可爱，谢谢。我们来聊聊什么专长欺负妹妹没有？我来聊聊看你的脸颊。嗨嗨，小佳，
打错欺负妹妹什么啦？嗨嗨小哀，嗨嗨小竹子，谢谢芒果送的枫叶，嗨嗨雨喵，嘿嘿，追踪一次还未追的不要按，对呀、啊，赶快追踪我吧，嗨嗨 ice， 对，要赶快去追踪哦，这是我的 IG， 对啊，雨喵来了，谢谢饼干的追踪。李彩杰不怕不怕，姐姐欺负你，尽管跟我们说。我哪有欺负他、啊？有。我人最好了，好不好？大家要帮我追踪一下哦。谢谢 Blue 的玫瑰，帮忙报警一下，我没有欺负他啦。真是的，嗨嗨轩轩，谢谢米酒送的暴击玫瑰，谢谢 Karen 送的阳光。立神开门一下，警察在外面了，不要这样啦，大家赶快去追踪哦。谢谢日本玩的 love you， 欺负妹妹是专长，不是欺负妹妹不是专长，对雨喵的谢谢日风的真情告白，对雨喵的第一印象哦，就是一个很可爱的女生吧，这怎么她很喜欢猫咪啊，我也对啊，很喜欢猫咪，喵喵喵，什么什么耶吧，我只会学一点点。谢谢乌咪大神教徒八七号送的枫叶，谢谢小慧分享直播间，明明都是妹妹欺负我，谢谢平安的夜精灵来风嗨嗨，谢谢西西送的暴击玫瑰，西西。哎、欸，嗨嗨 ，Mayu 你来了 ，Mayu， 谢谢西西 ，Mayu 对啊 ，Mayu 也来了，诗雅开播了，对啊，诗雅十五分开播，栗子没有欺负妹妹，那是爱的教育，没有，我也没有爱的教育她，好不好？人家人很好，谢谢西西，对啊，追踪了要那个要赶快去追踪我、哦，谢谢西西的暴击玫瑰，我知道你是送我的。谢谢兔兔家，大家要赶快去追踪我的 IG 哦。我现在 Hello 恶魔姐姐，妈哟，你怎么这样嘞？还好你没有说立神，那就是铁的纪律。什么啦？谢谢今日生送的暴击玫瑰，给涵涵的，怎么大家都是给涵涵？谢谢，我没有打涵涵，好不好？睡觉谁知道？而且我没有打他。嗨嗨和景喵喵。马友学姐，马友多快几分钟就可以学到立神？哈，不要啦，什么借口？西西，你下次死定了。西西送了很多玫瑰。谢谢西西送很多玫瑰，我知道你是要送涵涵，但我下次还是要施压你。谢谢西西，我是给栗子的，谢谢西兰，谢谢，爱你哦。这台是涵涵台，不是这台是栗子台。嗨嗨汉汉，立神啊，麻油，你不能学坏好不好？不能学坏，谢谢 Magidesca 的新之冠，谢谢。涵涵加油，不要怕姐姐，没有，我会加油。谢谢上庭，哎嗨嗨桃花哥，谢谢上庭的暴击玫瑰，麻油也学坏，对啊，麻油唔汤。真的，我可以教你台语，可是你不要乱学，不要跟他们乱学。谢谢西西的 love you， 今天丽佳佳丽啦，已经升级成恶魔神了。什么？大家都欺负我。谢谢小。新之冠跟铁刘海不太大，铁刘海的那个始祖是佳玉，对，他的始祖是佳玉，他的每次他跳勇往直前跳完还不会乱掉。超厉害！谁？妈有吗？你不是已经接受立神吗？对啊 ，Q A Q， 我没有欺负妹妹啦。I love you。谢谢西西的贵族玫瑰。可恶，我也想叫。好啦，没关系 ，A B Fly， 我让你叫一次。可是你不能，就只能叫一次。而且你跟别人宣传的时候，不能说我叫立神。耶嘿，嗨嗨阿成，谢谢志伟的暴击玫瑰。
然后大家去追踪哦，追踪我的 IG。谢谢 Blue 的暴击玫瑰。IG 打李佳丽就找得到咯。对呀、啊、，IG 打李佳丽，或者是那个浪 life 那个头贴点进去，就有我的个人自我介绍咯。还有 IG 名称。我一直以为你是日本人，不是啦，我是台湾人。然后有一半的客家人，你的 IG 我按了十次，十全十美，那你有追踪过才能按那个、哦，才能按偶数次，不然没追踪过要按奇数次哦。我不是大神啦，会讲日文吗？一点点，嗯，我要写起来，等我一下、哦。谢谢 Blue， 等我一下哦，我可以讲，因为我之前有写一个。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那个。要讲はじめまして吗？还是私はジャーリーです。どうぞ応援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谢谢。我要说啥？就是自我介绍。之前在那个上一个直播平台的那个很多日本人的那一个，你的日文很棒，谢谢 Mayu。Mayu， 谢谢 Mayu， 很棒。对啊，没有 Mayu， 我可以教你台语。嗨嗨浪爸，我教过你大阪方言呢。对啊，我很努力学哦。嗨嗨小慧，谢谢志伟的枫叶。没有，我会。然后我还有后面呢，那个。私はジャーリーです。どうぞ応援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ニックネームはクリです。然后。我有写很多耶、欸、先喝水好，先喝水，不然我要破音了。阿西西说他错过了，再重来一次。你刚刚讲的好像也不好，再一次机会。私はジャーリーです。どうぞ、啊、什么主要主播，我帮你看什么啦，不是啦，什么奈子，不是奈子，是我很尊敬的前辈。好啦，我再讲一次。私はジャーリーです。どうぞ応援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下一个然后喝水还要躲，对啊，那样那个比较不好看，要那个到旁边。立省的日文不错哦，那可以让彩杰说说日文吗？彩杰我只会一句，彩杰不会讲日文。我会，彩杰看不懂，我看一下，我会啦。好，栗子めっちゃ好きやん、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大好きだよ，是这样吗？我有没有讲错？大好き，我有没有讲错？大好きだ。说说看，佳丽阿德。哦，你说，私は佳丽阿德，是这样吗？阿德，哦，阿德不是阿德。私は佳丽阿德，是这样吗？我有没有讲错？谢谢甜心假面的追踪。呀得，立神一直抢，哪有，太可爱了，谢谢 Mayu， 你讲台语也很可爱啊，而且人家没有笑你的中文啦，是那个蟑螂烧真的很好笑。呀得，我要写起来，我要写起来，写起来，我要把，你说你要学起来，你讲成写起来。没有，我要那个写起来，那个呀得呀。草莓酱说他偷跑走了。呀得得呀得，好，我写起来了，下次我就知道。蟑螂烧就是那个之前妈有在他的台呀、啊，他要讲那个章鱼烧，结果讲成蟑螂烧。没有 ，Liz， 你平常自己都会说呀得吧？西西，你回来了。好，我现在。西也期待我的推，那你要不要推一下佳丽？はじめまして，邓肯，蟑螂烧怕爆，真的，嗨嗨静满，嗨嗨小雅，好，我要来念今天的那个了，排名了，第一名，谢谢塔瓦哥，还有谢谢你的火箭，谢谢你的火箭，爱你哦。第二名是下课，谢谢下课。下课时
分钟的恋爱虽然有一点短暂。然后第三名是草莓酱，谢谢草莓酱，还有你的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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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好啦。然后第四名是林玉峰，谢谢玉峰。第五名是 Lingo， 谢谢 Lingo， 谢谢。第六名是 AB Fly， AB Fly， 我就知道你不会念错，对， AB Fly， 谢谢。然后第七名是日本丸，谢谢。然后第八名是志伟，谢谢志伟。第九名是手滑哥，谢谢手滑哥，上班加油，上班加油。你为什么一直重复我的话啦？然后第十名是综合喵喵，综合喵喵，头贴的喵喵很可爱哦。谢谢综合喵喵，我超爱喵喵的。第十一名是金佑，谢谢金佑，谢谢金佑。我们念到十五哦。然后第十二名是，我看一下，只爱热熊的秘密。谢谢，谢谢。然后第十三名是高桥城，肉肉神推，肉肉神推，谢谢。第十四名是西西，耶、yeah, ，西西你上榜了，谢谢。第十五名是 CKUNK 大大，谢谢，谢谢。好，回来，回来。妹妹好可爱，一直跟着，对啊，她，请让涵涵谢谢我，不要一声吼哟。好了，我们谢谢一下小易。小易是好，谢谢小易，还要谢谢涵涵有送。好，谢谢涵涵，谢谢涵涵，涵涵涵涵第二十一名，谢谢涵涵豆妹，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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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谢谢，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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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低是不是？谢谢日本玩的暴击玫瑰，谢谢暴击玫瑰，不是谢谢暴击玫瑰，是谢谢日本玩，谢谢日本玩的暴击玫瑰，谢谢桃瓦哥今天飞火箭，谢谢爱你哦，火箭火箭飞一下，什么什么飞火箭，火箭飞一下，火箭飞一下，刚刚有讲你都不理我，燃料不够坠机了，傻眼，人家火箭是带我飞好不好？恶魔姐姐跑出来，哪有没有？送给涵涵的啊，姐姐没有，姐姐也要啦。谢谢我没有欺负涵涵。老沙的掌声鼓励，谢谢老沙的掌声鼓励。嗨嗨，甜心假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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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假面。好，谢谢你又欺负我，人家给涵涵寄的分给好啦。好，谢谢。力神太重，坠机的火箭不会坠机，好不好？火箭只会要多一点燃料，不会坠机。嗨嗨，平头哥。嗨嗨，甜心假面那个表情，颜文字好可爱，哈哈，好可爱！我的天哪，你明明就没有看到它，是直接爆炸？什么啦？只会飞不起来，不会爆炸，好不好？不是假面骑士哦，好，甜心假面。太重爆炸，太重才不会爆炸嘞！谢谢上庭送的应援棒。看到火箭就想到台湾没有上映的《流浪地球》是哪边拍的？哪个国家拍的？力神造成地球能源枯竭，哪有？太重飞不起来，哈哈！我看了，看什么？谢谢西西送的暴击玫瑰。谢谢干旱，干旱吗？干旱的，干旱的巴拉皮，阳光，三个阳光，燃料危机，什么燃料危机？我才没有那么重嘞，你这样子飞不上去就会坠机，没有，会，没有，好，没关系，我帮你转交给他，我转交实体给他。谢谢小千。流浪地球是内地上映，哦，原来，哦呦呦呦，我又滑到了，谢谢小爱的两个阳光，谢谢乌咪大神教。教徒八七号送的玫瑰，谢谢小爱的阳光，嗨嗨马路口九一四喵吉，力神确定燃料什么这够点，嗯，确定燃料多点推进力够吗？我不知道，可能要两杯 double。谢谢喵，谢谢猫奇追踪，谢谢涵涵什么啦？
会掉回来。好哟，必胜！我把力差，好啊，只有一次机会哦 ，AB 回来。谢谢西西送我阳光，谢谢小米可可分享。我以为是 A B 耶 ，A B 回来。我以为是 A B 回来 ，A B 回来。那我管你。我以为是 A 跟 B。不是，不是，是 A B 是瞎子。A B 回来。谢谢志伟送的玫瑰。谢谢西西，谢谢日神，送给涵涵的，谢谢。谢谢小千。送给他，大家都送给他，啊，没有送给家里。有啊，塔瓦哥全部都是送你的。好啦，好啦，我看到你的地神要飞要多十倍亲戚，亲戚不是会爆炸吗？一直回来，嗨，阿伟伟，爱的目光锁定你，锁定，阿伟伟，锁定，这样，哎呦呦呦呦，这样锁定吗？Hello 星 ，Hello Leo， 你可爱，谢谢沈正宏。力神太重，离心地会很困难。什么啦？谢谢日本玩的番茄 ，A B fly，A B fly， 我以为是，所以是 A， 然后 B fly， 不是啦 ，A B fly， 被你讲起来认真。火箭人恋有亲戚哦，可是亲戚太多不会爆炸吗？谢谢。本丸梅子的那个阳光 ，Every Fly，Every Fly 在笑了，都在笑你。明太子。旁边是谁？旁边是我妹妹。那个，我们都是 AKB48 Team TP 的。一起生，一起生。有兴趣的话，谢谢，可以上 YouTube 查 AKB48 Team TP 的勇往直前。会飞的 AB。对啊，会飞的 AB fly 没有，这样你下次，这样你以后直播的时候看到它就不会叫不出来。AB fly， 谢谢拿铁送的阳光，韩寒取的值得改名 AB fly， 最最漂亮的那个，我吗？立神年纪太大，其实不能登上火箭。谢谢星星哦哟，我怎么都日常被大家施压？QAQ 施压。好了，我要再自我介绍一次。Hello， 大家好，我是 AKB48 Team TP 的一期生李佳丽，然后我的绰号叫做本丸栗子，然后这是我的 IG， 然后我的 IG 是 CHIALI_AKB48 Team TP， 要再请大家多多追踪啦，谢谢，谢谢。然后这个是妹妹的那个 IG 的名字。要请大家多多追踪啦 ，CAI0315_AKB48TP， 可以点那个要追踪我的浪 life 哦。然后如果忘记 IG 的话，可以点我的头像就有 IG 了。谢谢大家。谢谢，你也要帮我那个啦，你也要帮我宣传一下嘛。谢谢拿铁的阳光。嗨嗨阿华 ，IG 点两次两次。嗨嗨阿佳，谢谢林果帮我分享，谢谢拿铁的阳光。拿铁升级了。嗨嗨牙齿怪，大家记得退追，不行退追我啦，你们很坏耶。栗子姐辛苦了。大家也辛苦了，来看我的直播，谢谢你们。今天又陪了我两个半小时。小千辛苦了。晚上好，牙齿怪。谢谢志伟的蓝色应援棒。嗨嗨阿平，谢谢日本玩的 love you， 我也 love you 哦。追踪按奇数，对啊，已经追踪了，帮我按奇数次，然后还没追踪的按偶数次哦，谢谢大家。嗨嗨帅源，林果烧肉吃饱了，你这样人家会饿啦，唔汤哦。林果好。嗨嗨双鱼小胖，不要退追我啦，要追踪栗子，难过，追踪李佳丽的 IG 跟浪 life， 难过。谢谢安维维的阳光的外接智商辛苦的，什么啦，辛苦了，谢谢你的嗨嗨成功啊，谢谢辛苦了，又被打了，记得跟我们说没有，你们要帮我报案作证，导演，导演都欺负我，大家都欺负我，大家都欺负我就饱了。Hello， 牛牛炒饭。
还还牛还还剩周三页三页，谢谢浪客送了初心者徽章，谢谢谢谢浪客，他是带着初心者徽章啦，是送了好吧哈，送了哦，对不起，谢谢浪客送的初心者徽章，谢谢谢谢乌咪大神教的 love you。栗子姐，我在你妹妹这边。嘿，唔汤哦。谢谢。唔汤，唔汤哦。谢谢草莓酱。截图刚刚的白眼，这个吗？不要，嘿嘿，不要，不要让你们截图，虽然你们会回放。嗨嗨 ，Lucky， 主播晚上好，嘿嘿，谢谢谢谢熊熊的心之冠，谢谢，谢谢熊熊，谢谢熊熊。走廊。嗨嗨。谢谢熊熊的 love you love you， 追踪的按追踪要按偶数次，未追踪的要按奇数次，嘻嘻你不要乱哦。谢谢草莓酱，我一直都是好韩的人嘛，反被栗子暴政。嘿唔汤九蛋 hello 冰冰，谢嗨嗨谢嗨嗨冰冰，谢谢栗神让我们欺负，对啊，那是不是要多推我一点呢？拜不双手打自己是清白什么啦。Hello， 我没有，我刚刚哪有那样说，我刚刚是说还没追踪的要按奇数次，追踪了要按偶数次哦。Hello， 曼莎，谢谢大家。好啦，冰大辛苦了。什么什么？冰大冰大怎么了？冰大说辛苦了。谢谢冰大。小爱辛苦了。大家辛苦了。欢迎问号。话说丽神班，丽神白雪公主装哪里拍的？不告诉你们，你们自己去找。你们可以踩点，太空我之后还会再po那个，太空有重点的，哪有什么？谢谢太空的枫叶，是吗？那你们要去踩白雪公主的点吗？你们有人要去踩白雪公主的点吗？眼睛夜当中，对不起，你们要去踩白雪公主的点吗？你们可以那个穿那个白雪公主跟我摆一样的动作，耶、yeah。Hello， 果冻九号。嗨嗨，白杜姆。Hello， 附身道士妹妹涵涵，手滑哥会踩，对啊，叫手滑哥去踩那个，还要穿那个 Hello， 田子那个白雪公主的妆。好啦，那今天差不多了、哦。谢谢林果的眼睛也照。白雪公主难度太高。谢谢阿维维。会被白眼。哈哈，涛哥你在哦。Hello， 谢谢你今天的火箭哦，谢谢。真的很开心。谢谢。谢谢。谢谢很顽劣、谢谢你们。好了，那今天差不多到这边了。拜拜。好啦，你要不要再拜拜。我再自我介绍最后一次。最后一次。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 AKB48 进 TP 的一期生李佳丽，然后我的绰号是本丸栗子，这两个都是我自己做的哦。我的专长是手作，我的专长是手作，还有兴趣是做菜跟。跳舞是专长，还有唱歌，然后这是我的 IG， 然后 CHIALI 底线 AKB48 进 TP， 谢谢大家要去追踪哦，大家拜拜。然后这是妹妹的 IG， 大家也可以去查她的名字，然后追踪哦。CAI， 谢谢台湾哥，大家要追踪我的 IG 哦，谢谢。然后让 Life 也要记得追踪一下哦，谢谢。拜拜，谢谢圣周的看台。3619520，大家要追踪哦，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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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cky 的枫叶。作文不是要让粉丝投稿吗？我找不到那个题目是什么，我找不到题目。想一篇作文让大家写好了。今天直播心得没有那个，想一篇那个，大家可以回，大家可以那个传给我。谢谢 AB 那个 Fly 的阳光。对啊，心得好了，好。哎，嗨嗨，杨杰追踪了，谢谢谢谢追踪，谢谢冰大。对啊，我好惨，我都被欺负啊。是。哎，为什么跳过例子？声音好像古偶啊，有吗？我比较破音吧，赶快去赶作业。好了好了。小猫的 kiss 猪猪。好了，我要去写作业了。那个，我要跟小丸子一样，作业写不完了。好了，拜拜。没有啦，就是那个。寒假作业还没写完，好了，拜拜。我下一次的开播时间是下礼拜二，一样是7点到9点哦。谢谢大家，
拜拜。拜拜。